委会现在出席人十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23日星期一上午9:12至12:45，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吴文一、丁等12人，列席委员刘文为德伟等23人，列席官员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等人，主席已召集委员会议，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实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司法院秘书长、法务部部长率所属列席，就司法正义死不死刑保护了谁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本次会由委员吴文一、丁等16人提出质询。一、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一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请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三案，决议均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者是遗漏？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以及本会的委员。第一位，我们欢迎考试院秘书长李继玄李秘书长。还有我们考试院第一组首席参事兼组长吕礼正吕组长。考选部许书祥许部长。考选规划司司长江宗正江司长。特种考试司副司长彭洪章彭副司长。然后我们监察院的谢谢秘书长波荣来，我们副秘书长傅孟荣副秘书长，还有我们这个副是副座的副的副秘书长刘文士刘副秘书长，我们监察业务处处长王真华王处长。好，谢谢我们的行政官员。然后我们也介绍本会的委员，我们欢迎我们的那个吴一丁吴委员、吴玉琴吴委员，还有我们蔡玉，我们蔡委员，我看一下他的名字，蔡玉瑜蔡委员，抱歉。好，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呢，是邀请监察院秘书长、考试院秘书长率考选部部长列席，就监视法法案是否应该废止，或者是条文应该修正，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我们现在进行报告，发言时间3分钟。我们首先请考试院李秘书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首先感谢贵院委员长期以来对本案相关法案的支持和协助。现就监视法废止案，本院认为宜修不宜废，提出报告说明如下：我国宪法第86条明定，公务人员任用资格和专职人员职业资格，应依法考选全定之，为其确保考试的公平性和公信力，除以点数法就命题阅卷决定录取及格标准等事项予规范外，并另定监视法要求重要的点视及事务工作需于监视委员监视下进行，以发挥外部他力监督功能。长久于实施以来，监视法对国家考试的进行有正面的功能，因为维护考试公信力的基石。为监视法自民国39年施行以来，逾61年未曾修正，期间相关法制和适用条件已有重大变化，却有检讨的必要。监视法修正草案业在今年的2月14日函送贵院来审议，修正的重点包括明定依法举行的国家考试应由本院函请监察院派监察委员监视，另将监视委员必要的监视事项调整为密封姓名册之故封与开拆对号试题的拆对，应考人考试成绩的审查及考试录取及格人员的确认，驱使监视事项核心化明确化，并现行各项考试均请监察院推派监察委员分区监视。考量实务上各项监视事宜都在台北考区举行，原规划未来不设置分区监视委员，监察院仅需推派一位监察委员监视，相关事宜将在明天3月26号考试院院会报告决定后实施。考试国家考试
长久以来所建立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形象，能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与监视制度具有相当的关联。因此，时不宜废止监视法。对于现行监视法部分不合时宜的规定，本院愿拟具修正草案，就监视程序为实质合理调整，以及国家考试能够在点视、监视二者顶足而立的架构下继续运行，敬请各位委员支持。报告完毕。好，我们谢谢秘书长。秘书长因为刚才在开会之前有先征询本会的意见哈，他说他因为待会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要开，所以他要在那个报告完之后就离席。我想请问我们现场的委员，在询答的时候有没有一定要必要这个秘书长在现场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非常感谢秘书长今天特别拨冗到本会来。那待会关于考试院的部分呢，我刚刚听秘书长讲说，这个我们的首席参事兼组长吕吕正，他会对于今天秘书长报告内容，您都熟悉嘛哈，都可以代为回答，是不是？好，报告自己。如果各位委员对考试院的业务有所垂询的话，我再专程去向各位委员解释，没有关系，我都抛弃他们。好，没关系。那就特别谢谢秘书长哈，今天拨冗过来，那也赶快，您有要事的话，那我们就不那个多留。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请一下，是应该是说副那个秘书长要请假，应该是事先呐哈，怎么今天当场才请假？这个是不是未来能够事前请假为宜？我们好的，我下一次我改正。因为今天刚好我们考试院部会实施这个疫情严峻啊，那超前部署，今天正好是三合一上班，这个分区办公，异地办公，在家办公，三合一办公，试办的第一天，然后明天宴会也要施行这个视讯传播，今天都要做好，所以我是总督导了，我必须回去作证啊，去那个向各位委员报告。对，因为那个委员，那个他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突发的状态了啊，所以我们就也特别感谢那个秘书长能够拨冗过来。那秘书长您防疫其实还是优先，那就谢谢，特别谢谢您。但确信您带着这个代表呢，的确能够回答本院委员的问题，好不好？啊，谢谢您，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请监察院秘书长。副秘书长做报告，谢谢。好，谢谢主席。各位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本人很荣幸应邀到贵委员做专题报告一个监视法法案应否废止后以后条文修正的问题，敬请主席及各位委员来指教。我分四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就是监察委员办理监视业务的这个情形。监视法第一条就有明文规定，举行考试时除检核外，依本法之规定，由考试院或考检机关分请监察院或监察委员行使派员监视等等的规定。那本院监察委员就是依据这一个规定，在108年哈，这统计资料108年，考试院办理国家考试大概有19案哈。本院委员担任台北考期的监视委员，也包括担任监视法第三条规定的各项的监视工作有19人次。那台北考期以外监视委员为93人次，总共有112人次，数量相当多哈。第二点要报告的是，监察委员是不宜续任监视工作。那因为这个议题，讨论了很久哈。本院在107年8月14日的52次宴会就讨论结论，多数委员认为，基于下面有3个理由，认为不宜续任监视的工作。第一个理由就是说，监察委员系行使弹劾权、纠举权，监视工作并不是宪法规定的职权。第二个理由就是说，监察权的本质是属于事后监督，倘若在国家举行考试的时候，公务人员有违法失职的行为，监察委员本来就可以追究其行政责任。这个所以事前的监视工作
恐怕会与事后的检察权行使互相干戈，哦，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的，就是说现行的建设工作都流于形式了，难以发挥十足的效益，所以我们上一那个宴会里面就决定说，尊重啊，都参照都是委员的意见，本院委员不宜续任建设工作。而且我们在107年的8月27号已经函知考试院在案，这个考试院已经接到我们通知了哈。接下来要报告的就是有关建设法以废止后修正的问题，这也是有两面来报告。有关建设法是不是废止后修正的问题，本院尊重贵院及主管机关考试院的职权，我们尊重。第二点，如果说要维持现在由检察委员来担任建设的工作，本院为了这个问题，也在109年3月3号提到我们69处的谈话会。那这个结论是说，建议考试院而后函请本院推派建设委员的时候，应该仅细明说，仅需推派检察委员一人担任建设法第三条规定的建设工作就可以，无需再按各地考区推派建设委员了哈。这个理由就是说，各地考区的建设委员的推派不是属于考试院依建设法应该函请本院办理的事项啊，这个结论已经也通知考试院。而且考试院在109年2月14号函送贵院审议的建设法的修正草案的第二条的说明理由，那个说明理由就是说，将来函请检察院推派一位检察委员建设，无需再推派分区建设委员，可见得说考试院与本院的这个建设委员的推派，未来采行的做法理念是相符的哈。所以结语就是跟上面报告的一样，那我就不再赘述。最后，我感谢各位，本人感谢各位，这个委员来历来的对本院的支持肯定。以上简单的报告，谢谢，谢谢。好，我们非常感谢那个监察院的秘书长啊，我知道那个监察院秘书长是配合单位啊，那待会可能秘书长他也有公务，只是说他为了尊重本委员会啊，所以他特别拨冗来参加哈。那个从报告上面来看，其实那个秘书长也说得非常非常清楚。我想请问一下本院委员，这个秘书长待会也会请假，有没有要需要秘书长亲自回答的问题，还是说他的监察院的代表他可以回答？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也同意。谢谢秘书长，这么辛苦。他的报告，我觉得那个我为什么把他报告摆在前面呢？第一个，他有公务在身啊。那第二个呢，那个跑选部部长，那个不好意思，你要辛苦一点哈，因为您的报告只有一页啊。那前半段呢，可能跟考试院秘书长的部分其实都雷同啊，只有下面的唯一的一个段啊。那是不是今天的部分就拜托部长要全程参与，然后全部说明？那我们特别谢谢秘书长的参与，感谢，感谢，谢谢。好，谢谢，没问题。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今天的主角了哈，我们考选部部长许部长报告。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哈。那我想今天考选部就本次会议哈讨论这监视法哈法案应否废止，以后条文修正了哈。我想这个部分基本上就是应该是回归到国家考试的制度设计哈。那国家考试的制度设计应该是要怎么样来规范哈？那事实上从一开始办理国家考试哈，就有这个点视事项跟监视事项哈，作为国家考试的一个事务的一个设计了哈。那当然加上考选部所负责的这个事务行政哈，等于是三方面的一个。配合哈，那形成一个国家考试的一个制度哈，所以这个也因为我们宪法86条哈，唯一明定就是考试，国家考试哈，唯一在宪法上有明定就是公务人员的任用跟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的职业哈，那是由宪法这个明文的明示哈，那所以显示它有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跟任务哈，所以也许这是当年在一开始的设计哈，那就是有这个
点释法跟监释法哈、来做规范啊。那这个，所以这是国家考试制度的设计哈、那点释监释法、那是为了来规范哈、监视的工作事项，那点视法来规范点视的工作事项、所以点视法监视法、跟监察委员不必然画上等号、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保存监视制度、那这个也 不一定要由监察委员来担任监视委员、但是我们以目前的现况来讲哈，衡量各方面哈，之前也有考量过，这个从上个上一届哈就有讨论，也有考量过是不是由考试委员自己来担任，或者是由检察官来担任哈这个监视委员哈。那这个不一定是监察委员哈，但是我们仔细在评量跟思考哈，可能还是以监察委员来担任会最合宜。虽然这不是监察委员的一个限定的职掌哈，不是他们职责哈，但是如果说经由大院哈，透过监视法来赋予监察委员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任务哈，我想对国家考试的一个办理完整性应该也是有它的帮助了哈。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应该就是这个考试的一个制度，国家考试的制度设计是不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架构哈。那当然也有这一届委员也有提出来哈，是不是把监视的事项可以回归到放到这个点视法里面哈，由点视工作来规范哈。那这一部分就牵涉到也是整个制度的面的一个调整啊，我想这部分我相信大院的委员一定有智慧哈、来思考哈、那后续哈、到底是应该是要废止或者是要修正哈、会比较好。那本部还是主张这个希望还是维持这个限制哈、那有点视有监视哈、那这个本部的主张也送到考试院哈、经过考试院多数委员的决议哈、那还是希望维持现有的制度哈、才这个提出修正案哈、送到大院来做审查。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部长。现在机关的代表呢都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的时间6分钟，不再延长。上午10:30截止登记发言。现在请第一位吴玉琴吴委员发言。啊，谢谢主席。我想今天讨论这个监视法应该应不应该废除啊、我想或是要修订哦。那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讨论非常久了哈、下一页。我们从第六届好、一直到今年这一届第十届哦。我们有非常多的委员都提出要废除啊监视法啊，那其中当然也包括第六届吴景麟吴院长在内哈，也曾经联署过这个要废除哈。在座的蔡宜瑜委员在第九届也提出了要废除这个监视法啊，所以我想这个议题哦，在上一届讨论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有我们进入协商了哈，可是没有三读啊。那时候的前任应该是考选部的部长蔡宗祯蔡部长说，这个监视法是宜修不宜废，所以呢就在去年的年底才提出一个版本，那当然来不及进入我们的讨论了哈，所以届期不连续，这个届又开始提起这样的一个讨论啊。那今天主席安排了这个讨论，我想我们应该好好来讨论一下，到底我们这个监视法到底要不要来做修改，还是要废止哈？我想看起来这个监视法的条文哦，我们看到下一页哈，监视法的条文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监察院的角色啊，监察委员的角色就是在相关的一个考试点视委员办理考试业务的时候，就是要知情，应知情啊、监察院要派监察委员去监视啊、这个大概蛮重要的哈、然后还有分区的一个监视啊。那所以今天本来要问李秘书长的，现在只能问许部长哈。那根据这个监视法的第四条啊，考试如果有发生舞弊的话，应该由监视人来通报监察院依法办理哦。请问历年来有相关的行政人员或在考试业务上面行政业务上的舞弊情形吗？哦，没有，没有嘛，哈，对吧？这应该是现在公务员的系统应该是蛮有一定的制度的哈，还有它的一个标准化哦。那所以
如果这个部分就变成看起来也没有这个问题，这个监察委员看起来也是去那边形式上走一遭了哈，因为我去了解了一个监察委员，他们都觉得自己去那边就是形式上的走一遭，真正监察院要处理的应该是事后，即使真的有舞弊，他也是事后做调查才对了哈。所以刚刚其实我们的监察院的副秘书长，对不起，我叫姓傅啊，但他也提到是其实事后的调查才是监察院的职责嘛哈。所以我想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这个现在的科技那么发达，所有的监视或相关的一个监控的机制其实都有了，比监察委员的眼睛可能更厉害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还在谈监视法，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哈。因为刚刚其实李秘书长也提到，其实这个法已经从19年订定到39年修订，70年没修了，不是60年哈，你们应该更正数字了，是70年没动哦。所以这个法到底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因为科技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好，所以我先跟您讨论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基本上我听到监察委员们去做这个监视的过程里面，大家都觉得好，我就是去做迷封，好，考试这个考生名单迷封啊，要签名啊，那还要去考场巡视一下，像七爷八爷一样去看一下哈，然后没办法细看了，你怎么可能看得到？你眼睛所及怎么可能看到全部的状态的哈？所以这个部分一下子有时候就要出动一个或甚至四个啊监察委员要到地方去啊，甚至要到离岛去监视。这个对于监察院，我不知道人力到底够不够啦。监察委员真的有那么多时间在这样做监察工作？这是我一直很觉得很困惑跟疑惑的啦啊。监察院其实刚副秘书长其实也讲得非常清楚啊，你们在这个第二页的报告里面也提到，107年你们8月27号已经有参考多数委员的意见，本院委员不宜续任监视工作了哈。那看起来这个部分确实有一些干戈哈，所以他们也函请你们来做讨论哈。那我想很想问的是，这些监察委员依照监察院刚刚的报告，总共出席这种就是去年的一个出席就有112人次哦。请问这些的交通食宿是谁支出？是你们考试院的考选业务基金出啊，还是你们的公务预算出？考选基金。考选基金啊，大概一年多少钱？这个部分大概300万。300万。一两百万，详细数字啊。哦，好。还包括考试委员的，不是只有，不是只有监察委员。哦，还有考试委员，还有监察委员哈。因为我们想说这笔钱可不可以省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监察院也不太愿意做这种事情。那你又其实这个钱也不用这样花哈。那所以应该，我倒觉得这个监视的工作哈，比较像公证人的角色哈，他就是去看你有没有依法去执行这个 SOP 哈，标准化。那其实是法院的公证人就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了，也不一定要非得哦。因为我觉得好像一直有一个迷思哈，这个问题的迷思就是说，监视委员一定要监察院的委员来担任，其实是一个公证人士来担任就可以了，那他要确保他的公正性，那监察委员当然他的公正性是对的，一定是最高的一个标准，可是也不一定只有他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其他的法院里面有一些公证人的角色也是可以扮演的，你们自己也提出了点事委员里面的推派点事委员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其实也都可以，因为就像刚你说的，在行政上面的舞弊是没有发生过，所以依你们的过去的这个经验来讲，我相信你们是依法行政，而且是办好这个所谓选务工作嘛，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我看到你自己提出来的一个修正的意见，看起来监察院的角色还是监察委员的角色还是逃不掉啊，好，还是得要出席你们的相关的一个考试前、考试入围中，还有考试期间，什么全部都还是要有人参与的哈。这个部分你们的修法的推动还是这样子处理，有简化，会简化就是一个人哈，一个派一个人出席，然后还有简化监视项目，所以但是我不是那么支持的哈。好，所以监视法到底要该修还是该废哈？我其实要问的是，其实在2005年到2008年，其实有3年5个月没有监察委员呢。那你们的选务工作怎么进行？你们那时候怎么进行？还是照样进行啊，对不对？好，这是宪法赋予我们考试院的角色，一定要执行的嘛。所以没有监察委员还是在做啊。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一定要
监事委员一定要监察委员非他不可嘛，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有一些讨论跟这个修正的哈。那我在下这一页是就是你们在2005年哦，你们考试院自己 有提出了废止监事法的一个提案呐、啊，当时为什么有转折？现在又想说宜修不宜废？我的了解，那时候2005年提出来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监察委员哈，所以有稍微影响到考试的一个办理哈，所以考试院这边才这个做一个决定要废止。啊，所以可有可无嘛，对不对？就是监察院可无有可，在你们的监事的过程中，前一个做法当时就是改推派点事委员来担任监事工作。所以我想你们的替代方案就是由点事委员来推派点事委员来做这样的一个监督工作，因为其实你只要有一个客观的第三者来做这个监督就可以了嘛，所以我想这个字你们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嘛，所以在2005年你们就提出废止这个监事法了哈，可是现在你们又在那边一直强调宜修不宜废，那我就逻辑上我就一直搞不太清楚啊，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国家考试应该是相关的这个科技的设备哈，事前的所有的录影监视，我想这部分应该是比监察委员的眼睛更利啊，哈，更厉害了，哈，所以应该让监察委员去做他该做的事，那不要让他绑在这里。其实我觉得这是有点我觉得对监察委员实在是蛮辛苦的，也无意义了，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我比较希望是应该废止的，哈，我的态度是希望废止，哈，那接下来要谈的也是一个更严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监视法是不是有违宪的疑虑，哈，因为其实刚刚我想监察院的这个副秘书长也提到了哈，监察委员是在宪法里面征修条文里面谈到他是独立行使弹劾纠举跟审计权，好，考试的监事不是他的业务，好，那我们在考试院主责的这个法律里面却去规范监察院监察委员的角色，这是一个院际之间的越权，我觉得有点越权的哈。那这个部分应该是要回归，就是你们监事委员监事法应该可以拿掉了哈，让你们的点事委点事法，然后把相关的点事的监事的工作或监督的工作由点事法来规范。好，所以这其实是你们在2005年就已经提出来的一个修法，或是所谓的立法的一个这个废止跟修法的一个方向啊，哈，所以我比较支持的是你们2005年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所以真的啦，废止这个监视法，然后去修正点视法，哈，让整个相关的监视的工作回归到点视法里面来规范。我们相信考试院可以做好考试的所有的程序，哦，这个没有质疑的，但是不需要把监察院的监察委员拖下来。一起来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公正客观的部分你也可以由公证人来处理，或有相关的机制设计来处理。好，以上，谢谢。谢谢吴委员，接下来请李委员桂敏发言。好，谢谢主席。部长，平安讲，我在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啊，其实我有一点点失望啊。我们如果说单纯的从形式上面来看的话啊，那个监察院的报告啊，它是一个配合机关，您同意监察院是配合机关吗？对不对？监察院的配合机关它的报告呢3页啊，那个考试院的报告2位加起来啊，勉强啊凑得到3页啊，勉强凑得到3页，但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内容呢是重复的，是重复，所以从报告单纯从报告上面来看的话，是不是部长您也认为，其实您也认为说这个监视法是该废，然后只是讲不出口，所以没有内容。因为你如果去比较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的话，这个部长您这边的报告呢是几乎唯一一个能够算得上是报告，但只有第一页的最后一段，你说你要强调的是这个监察委员依监视法监察国家考试没有违宪或不当啊，好像只有这个整个报告除了前面大概
都是跟秘书长是重复了之外，唯一一个部分只有这个地方是部长，您其实心里也认为监视法应该是要废止，是吗？包委员哈，这个因为今天答应邀请的对象是以部长，没关系，你只要回答你的态度，因为我想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吴委员他已经把历次的这个关于这个点释法是不是应该废止的那个本院委员的意见，其实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您只要回答，从您是因为有考选部的顾虑，所以您不能够表达您个人的一个意见，还是是您真的认为？这个点释法应该修不应该废，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已经花了太多民众的钱，就像刚吴远云问你说你的成本，那个其实也是我要问的啊，你的成本究竟你这个点释请监察委员去那个监视的一个情况之下，那种你的成本，我刚刚听你讲是差不多200多万嘛，是不是？分区监视的部分呢，事实上是明天因为监察院有再来问嘛，所以明天会提报考试院院会做讨论哈，所以考试院如果同意之后，事实上后续即使这个法还没修或者会，他们就不需要再派员到分区去监视哈，只要做。但部长，我跟您报告一下哈，今天为什么会排这个议题，最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他在重复讨论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全国人民的资源，尤其是现在是防疫期间，那个钱要用在刀口罩，很多产业很多民众他事实上是需要帮忙的，所以现在就是说，既然那么多委员，虽然是本院的委员啊，本院有本院的立场，因为我们要帮民众的声音发声嘛，那我想请问，就是以您专业的意见来讲，您真的认为点释应该不应该废而应该修吗？因为我看你们的报告，考试院出来的报告，不管在提到宪法第86条，他都没有支援你的说法呀，还是增修条文第7条都没有支援你的说法，因为他只有讲说你要依法而已，并没有说，并你的主张跟你引用出来的法条好像。没有支援到你主张的，所以报告员，这个今天一开始我的报告就是比较强调是制度面的设计嘛，国家考试制度面设计要不要有点释，那要不要有监视，分开两例，那不是只有合一这样子来但部长做规划。这个如果是第一次的那个报告是跟询答，我可以接受。您的回答，但这不是哦，而且刚刚监察院已经跟你讲哦，他在107年的8月27号的时候，监察院就已经函考试院了。那我会觉得说，那107年到现在有点久哎，这个考试院方面对于这个该修还是该废，难道从107年之后就？不讨论，还是说你已经觉得就是说，哎，其实委员讲的也有道理啊，那应该要废。可是本于你是一个组织的单位，所以你认为这个立场上面尴尬，所以把这个球丢出来给监察院跟本院来处理。到底实际上面考试院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必须要了解，而且我们会建议很确实的去回应这个问题，而不是说去闪躲。部长是，包委员，这个上一届事实上这个案就已经有通过废止案，委员会就已经有通过了，那时候保留，因为我们前部长蔡部长也主张就是宜修不宜废，所以希望我们在有相关的配套措施，那当然在蔡部长离任之前并没有在处理，那我在去年十月好，那我换个方式问啊，所以简单来讲今天之所以您是就是说考选部的立场来讲，其实您是同意就是应该要废止的，只是因为配套措施没有出来而已，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是觉得如果说这个制度面国家考试的制度可以有一个点释，那有一个监视这个分立这样对于国家考试的公信力应该。本会已经做成一个决议了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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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现在是考选部是不认同本会的决议，所以要重新来过，还是说你的态度变了，还是说哦不是，只是因为去年的一个关系，时间太短的关系，所以您现在要接续以往的
一个立场，还是说你现在的立场是不一样？我们还是延续这个的，所以你也认为他该废？还是可以延续这个现行的制度啊。当然，监察委员就不需要再到各考区去做分区的监视。只有单纯的，您认为就是说，您现在还是维持点视法、监视法两法都并存的一个情况。可刚您的报告上面不是讲说，您要把这个如果监视法废掉的话，你把那个监视部分也纳入在点视法里面的？这是有立委的提案，你们认同不认同？这样子的方式当然就是制度面的一个调整嘛，就是你们作为一个主管机关，我们的认为应该还是分立会比较好，还是应该要分立比较好。我会鼓励啊，部长，就是基本上面来讲，我真的鼓励，就是说要有效率的话，还是有些事情还是要有担当嘛，哈，因为毕竟我们考选部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文官考试、公务员考试，其实大家的行为都是这些的公务员的他的一个榜样嘛，那。只要是对的事情，我觉得你就坚持。但是如果是不对的事情，当不管是本院委员或者是其他的社会人士，当他有意见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都鼓励我们主管机关都要有担当，都要去检讨，然后去有一个具体的措施出来。那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今天我觉得比较失望的一点，就是说报告啊，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是风气吗？还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怎么会有一个报告呢？是只有一张两张，然后就丢出来？难道就是说考试院、考选部这个连一个配合单位的报告都比你们的多？那表示说你主管的业务你都不熟悉，还是是说你认为这个议题不重要？还是是说你认为说这个本会的这个？这个报告委员，让我澄清一下哈。事实上，这个部分哈，这个我想我们以后改进了。不过这个部分是因为今天大院邀请的主体是考试院哈，那只是考试院秘书长率考检部长说，我们尊重考试院那边的这个资料，我们不。我想不以准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整个会议的进行都应该作为一个，不要讲作为一个公务人员嘛，我觉得作为一个台湾的我们的一个公民来讲，任何自己应该要尽的义务，哪里有说？这份跟委员报讲。那难道说今天本委员是招委对不对？那报告因为是你们，所以呢我就尊重你们的意见，然后就不吭声吗？不会吗？我觉得行政官员真的拜托一下，还是要有担当嘛。而且你的行为举止，你是考选部哎，将来的这些年轻人他看的是哦，部长很大哎。如果说你的一个报告都是只有，连那个附件加起来就只有一页，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啦。好不好？然后我回到，其实我觉得本院委员基本上面来讲，到第二页的地方，我们的社会变迁，这次你们提出来的理由啊，其实平常讲，我说到目前为止好像都不太有说服力啊。说你如果你真的觉得它是应该。点视法应该要存在的话，那我也特别拜托，就是会后，因为现在时间有限，会后的时候呢，能不能够把你具体认为点视法应该修而已，而不是应该废的，它真正的理由要提出来一个说明。那我们看第三页，很快哈，第三页的部分，我今天讲说你引出来的条文呢、啊，你们引出来的条文呢、啊，基本上面来讲都不支持。都没有支持你们的说法，好不好？那但是你提到一个重点呢，下一页配套措施的部分，我觉得很重要。你刚提的前面提到你的意见是尊重本会上一个会期的决定，对不对？不是这第九届的，是不是？好，那你的配套措施为什么从第九届到现在为止已经三个月了？你的配套措施做了什么？我们也拜托会后提出报告。以上，谢谢。谢谢李委员贵名。请中委员嘉宾发言。好，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主管官员、会场工作伙伴、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那谢谢考试院哈考选部长跟监察院。刘副秘书长啊，刚刚听部长在回答刚刚我们招委的答复说，因为本委员会是邀请考试院，
所以考选部不便多准备太多资料。听起来好像院跟部之间在考试院里面是一个好像玉山跟阿里山哈。喂。哎，为什么被关掉？好，那今天我的题目呢，就是人民的考试院哈。来，我们来回顾一下，在秋海棠没有沦陷给万恶的冠状病毒之前哈，那我们看一下宪法第91条，监察院设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西藏地方来华侨团体选举之，它算是个民意机关嘛哈，间接选举。然后呢，宪法公务第85条，公务人员的选拔应举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而且要按照省区分别规定名额分区来考试。请问部长，你觉得为什么当年那时候要按照省区来分别规定名额呢？你觉得为什么？这一部分我没有去。好，那我是因为我读历史的啦，哈，我跟大家讲的，所以呢，我是说，其实考试的文官代表国家在执行公权力，各省都应该有均匀的参与机会，而各省的省市议会也选出了监察委员，所以你看，监视法第一条，他说这个考试院考选机关要分请监察院或监察委员行署派员监视啊，哎，监察委员很大、欸，以前各省市议会选出来的监察委员还有行署呢、欸，所以你到我的省里面考选文官，我监察委员怎么样，代表民意来监督啊，是不是这样？来往下看哈、哦，来讲大明王国的时候，从明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13道监察御史哈、哦，那这里面呢，他可以怎样巡视经营、兼临乡会试及武举啊？哎，这个明史有卷呐、啊，监察御史就在管什么？管考试的，对不对？所以国民政府呢的令啊，134号各项考试应函请监察院派员来监视。行之有年，那国民政府时期坚定公布了监视法八条，但是宪法在第84条也规定了考试委员由谁同意的？部长，你知道那时候？由监察院嘛，所以你看，监察院作为民意机关，他监督提名，不，这个同意考试委员的提名，还要到省区看考试，这很理所当然。但是宪法第二次修正的时候，监委改由国民大会来行使同意权，到了2000年，不要说监委啦，连考委都改由行立法委员、立法院来行使同意权。那按照这个制度，监视法应该请立法委员来监视啊，部长你觉得呢？对，按照这个逻辑嘛，是不是、啊？如果立法院担任监视委员，应该可以、欸。这个大家都听到了哈、哦。好，但是我不以为然呐、啊，因为人民的考试人员来监督。我们来看一下现行的监视法的运作机制，你看他做什么事情？监察委员去监视、密封、拆封、审查。实务上呢，是由监察委员看电脑跑程式，然后呢，用试卷成绩和准考证号码逐一对号要求过来。来，那我看一下这个功课不？来，你看一下，电脑嘛要跟头刀啦哈。哎，偷到的告点到去见啊！我们的试卷、姓名、准考证号码，电脑跑出来，还要监察委员去那边看哦。保定话，干部干美在用电脑来走的后啊，是不是这样？好，我们现在看哈、哦。所以他说的说，考试是人民的权利，宪法第18条，人民有应考试服公职之权。请问，服公职是人民的权利吗，部长？是，那先经过考试。好，不一定啦，民选公职也是啦。是、哦、是, 是。好，你可以透过民选担任公职，也可以应考试来服公职。所以服公职是人民国家给人民的一个权利，是人民的权利。所谓民有民治民享，国家为人民所治，对不对？好，所以应考试也是人民的权利喽。是，没有错嘛，哈，万人可以抽起，所以考试是人民的权利。是，好，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考试既然是人民的权利，是不是应该回归到民有民治民享精神，由人民来看呢？我们来看一下，来，实务上的事务精神，哈，我来看，这是很多律师的给搞的啦，哈，律师考试哈要有及格分数啊，那这一个呢，律师高考怪状有一个会考试就会办案，为谁存在的400分门槛，400分门槛大家都知道，那请问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考试的律师，他说。现今职业的律师，哪一位会相信这样的及格制可以让新进律师更有基本专业能力？我们看到律师考试的及格率呢，从民国100年的9.13%，到了108年5.05%。到底要怎么去设计才能选任出好的律师？我没意见，但是律师有这个质疑，考试院怎么回应？要及格制吗？这好的制度吗？
这一部分因为一般的专技人员都是有一个及格的方式跟及格的门槛，所以那怎么样去定及格的门槛，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讨论了哈。对，好，来我们看一下警察特考的入选人数，我们看一般警察特考在106年呢还在考3000个，哦，2900、3100、3000个，隔年掉到2300，砰一下到108年，860个，请问这个名额怎么决定的？这个考生会不会说，哎，去年没考上，今年再来，糟糕了，去年还有2300录取，我好不容易拼到了2000名，结果你们今年录取860个，部长啊，会怨叹不？这名额怎么决定的？是这部分从今年开始大幅下降哦，真的，但是这个缺额的部分是由用人机关提出来，哎，啊，所以考试人民的权利。怎么样叫及格？考哪些科目？多少名额？这个都是有讨论的余地。我们来看一下哈，考试规则不合理啊，司法院也无缘智慧啊。有人去提出行政诉讼，结果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去年的12月11号就说，成绩计算方式及及格标准的设定等等，这个都是宪法给考试机关的专业判断空间。哦，所以呢，宪法要设考试院，法院还无从越俎代庖去为前开政策去决定啊。好啦。考试院很大，大到呢，法院也管不到了。那谁能来管呢？考试院到底有什么管道能够反映人民的意见？院长信箱这些诉求手段有没有拘束力？有没有人写到院长信箱？啊，当然你是部里面了哈。现在院秘书长不在，问你也不敢答啦。啊，下去保定回信啊，写给的部长信箱，你会采用吗？你有没有信箱？这部分我们都有在做滚动式的一个修正跟调整，但是没有拘束力啦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现在时代在变了哈，地方首长他在选他的部首长的时候用海选的，地方政府有很多地方政府的民选首长，他要找他的部会底下的局处首长，他用海选的，对不对？让人民来怎样来投票。行政院有一个公民提案机制，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提出来，行政院要给你回答。连司法院现在国民法官都在设啊，国民法官法，所以由人民直接来参与自己切身的利益的事情是潮流所趋。我们来往下看，所以我们回归初衷，如果今天考试是人民的权利的话，那是不是应该由公民来监视，在考试参与考试的过程，而且事后依法在事后对考试提出建议，他可以对点试提出建议，他可以对事务行政提出建议。好，当然整个事务的行政的领导还是由点试委员来主持，对不对？好，往下看。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公民事务委员会可以考虑吗？如果我们未来的监视法不是请已经不是民意机关的监察院来行使，也不是请对考试委员行使同意权的立法委员来行使，那由人民来行使，你觉得如何？部长，这部分就是我们的衡量还是可能监察委员会比较适合。来，监察院在这里，副秘书长，你觉得要不要继续由监察委员来行使？我们是很感谢考试院对我们维持公信力，你都没有考一下立法院公信力的一个。肯定啊，但是说实在话，我们如果说今天这个是有价值的话，我们委员一定责无旁贷。有价值是什么？监委监视是有价值。假如有价值，假如要乔治，你认为是没有价值？我们就是说，这个整个必要性跟它时代价值是有待重新再考量。所以你认为目前不需要由监察委员来监视？我们都是委员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认为，监察院认为不需要，其实我也认为不需要了，因为你们也不是民营机关了嘛。那由人民来监视如何？就尊重贵院跟很好很好，终于听到了哈，由立法院来决定，事实上我们就可以来决定立法嘛。我们现在看，所以说我们是由万年的落榜生，还是刚考上的准公务员，还是由专业人士来参与这个监视，这个可以讨论。好，但是呢，这个方向上，我们希望这个监察院、考试院想一下，来，我们往下看。所以呢，考选部啊，为了强化国家考试的功能呢，你们也设立了常设的结构化口试专门委员哈。所以呢，我最近上网去查到，你们曾经有跟其他国家交流，有一个来自法国的司法官学员啊，叫 Berry 呢，他是说，他看到的时候，他说，口试的评量的确是主观，但各国皆然，但是为了避免，好，太过主观，法国的大口试的口试委员。他甚至开放给外界人士来旁听，哎，减少口试委员的个人主观意愿，哎，你快搞不要客气，是外口人会用来看呢，有没有进步啊？
我们这部分都用结构化的一个口述。主席再点时间哈，好，谢谢。好，都结构化的方式啊，所以你来看世界潮流，人民的考试也让人民可以来参与。我往下看，所以呢，纵使这样，你们会担心说，那如果国民来参与，会不会失去了一些监督的机制？不会，监察院还是有监察权跟弹劾权，检察机关对于考试过程的贪渎不法，还是有办法调查跟。钟委员，不好意思哈，因为我本来我刚听到你讲说那个延长时间嘛哈，我跟你说多一点的时间。对，所以我才讲说容许我裁定一下，因为对不起，我没听到。对，容许我裁定一下，因为这样他才会那个，因为我对按计时器，您需要多一分钟吗？还是啊，一分钟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好，所以呢。所以我认为呢，既然还有外控机制，我们往这方面参考，来再往下走哈、所以 A 或 B， 来两位可以答一下。第一，全文修正监视法，将不合时宜的监察委员监视办法改为由人民可以透过参与考试政策的拟定过程，来达到制衡考试院的目标，让人民的考试由人民来监督，依法监督。秘书长、副秘书长觉得怎么样？监察院愿不愿意交出来？尊重立法院，部长方不方便答？这部分可以讨论，不过要经过考试院那边。好，还是你选择 B， 因为刚刚赵伟是说你们应该是选 B 才对啊，全面废止监视法。我们还是希望有这个。等一下。我上不是要求他们表态吗？上一届我们都要废止监视法了嘛。我要他表达意见，我并没有说我同意全面废止。好，那我收尾，因为我以为今那个招委哈，不要这样。他说上一届已经同意。没有，那是问题。因为他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我问。刚才吴委员问的时候，我就讲说接着吴委员问，所以上一届这样，他的态度是不是还是跟一样？那我就循着稍微的话，那上一届的态度是这样，那您同不同意全面废止监视法？还是希望维持有监视法？好，那就用 A 可以吗？修正是，修正嘛。好，那 A 的话就尊重本院喽。好，那我们会尊重您的意向。如果考试院比较不倾向全面废止监视法，我们也可以往 A 的方式，让人民来参与监督考试。谢谢。我们谢谢钟委员。钟委员意思就是说，那个也接受可修啦，是不是？没有啊，我也不敢帮赵伟下结论，也请赵伟不用帮我下结论。好，没问题。好，我们谢谢钟委员的发言。我们接下来请郑运鹏郑委员。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哈。那其实要修还是要废哈？这不要变面子问题啊。考试院跟监察院常常都是因为面子问题。考试委员大会，那监察院的那个委员大会哈、那个到最后结论常常因为面子问题，想说我得跟李焕英北端，所以他们做了结论之后来这边哈、我常常在考试院跟监察院的首长都觉得有点执行上面有点不忍呐、你们到底在执行你部长首长的意志，还是在执行那个大会的意志哦？这个。你们有甚至不方便表达了。好，那今天应该看起来几位委员执行下来方向还蛮清楚的哦，就是考试院这个版很显然不受欢迎，然后被挑战。所以我跟部长报告一下，我早上在观察吴玉琴，看到吴玉琴委员的质询哦，两位秘书长报告完的浪杠啊，这个绝对不是为了防疫啊，也不是巧合，这是智慧啊。那监察院意思很清楚了嘛，你都没必要啊嘛。那如果要坚持在这个你们再送到第十届再送进来这个版本的话，两院的秘书长意见不一样，回去难交代，不如不要不在场就好了啦。部长你要离开这个美港。我要跟部长您说明一下，我们认识也一段时间了，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第一线受冲击的其实是观光业。那观光业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很多导游在现在会没工作，可是他们也担心导游人才流失，万一复苏了回不来。但是他们也讲到一个问题跟我反映，因为导游国考的关系，你每个就这样坚持国考了不起啊，所以当初四年前张景生政委提出来说，业者就反映说导游这也不需要什么国家认定的，应该开放让他们有需要的业别，有需要导游他们业者自己去处理，然后叫交通部观光局去处理就好了，那你们就盯在那边嘛。您前任的部长现在高升大法官，我不晓得他对当初他坚持这个国考的价值跟什么医生啊律师都一样，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但
但是你以现在来看，他们业者跟我讲，其实有很多老师，观光科系的老师考了，他不用了。很多业者，他们的子女或当或者是那个业主然后老板自己考了也不会用，真的要用当导游的考不上，所以导游助理，好、哦，说个观光局自己去处理的一个导游助理，而导游助理不能当导游。所以这个你们坚持在国考这边，你跟我讲的要包山包海，然后会做大的做大幅改革，业者显然现在觉得说你们在冲散，就国考这两个字哦，害死这个业界。所以你们坚持在那边，因为考委的面子问题，你们影响到其实很多。那刚才历史典故就算了，上次柯建铭委员在哈总召在的时候也讲了啦，那个当初考委是监委同意行使同意权嘛，所以我记得民主稳对了哦。所以今天看考试院的报告也讲不出个了不起的道理了，就是为了考维持考试的公信力。那好像监委很棒哈，有人有公信力，这个就可受公平。监察院立场很清楚的啦，三个：第一个没必要做，他不想做；然后第二个我也不想做监事委员；第三个我顶多配合你拍照打卡，而且在台北，部长这样没有错吧？应该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啦。不就这样啊？监察院的结语就这样啊。因为像陆委长哈、哦，这个还是会针对事情的拆封、哦、必要监察委员走啦，就这样，没必要做，我不想做，顶多配合你拍照打卡，我等一下拿给你看，这完完全全的形式主义。所以部长你也是学有专精哦，你去看看你修正条文，为什么做高达啊？差别在哪里哦？你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那刚才吴委员也有提到说，2005年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因为陈水扁执政嘛，监委要再行使同意权，国民党背个三年没有监委，那个时候连那个医师人员的考试都延后了，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的考试院就提出来说，林嘉诚部长提出来不如把它废掉好了，监事法废掉，然后改用录影存证并寄送监察院备查，你就好了啦，三年没干预嘛，是可以解决的啦，那个时候只有录影，现在还可以直播，所以那个时代照考，没有弊端，也没有弊端。现在有弊端，你也不会因为有监委就比较好。这个你过去的经验你要注意啊哈。那再来就是说，好，再下一张哈。所以那个时候的考试哦，2005年到2008年，我们去查也没有特别的弊端，所以可见的监察委员那时候连监委都没有。哇，你们说那个监委可以提高公信力哦，没有这回事。弊端也不是从这边来，那弊端从哪里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2018年的这个你们接考试院的新闻了、啊。那个时候考试院老实讲嘛是很可爱的哈、哦。你们在2年前，你们在做那个考试作弊故宫成果展、啊、大概是做这个，你们就把那个这几十年来那种考试作弊的、哦、科钢笔的哦，现在连钢笔都没有，科圆珠笔。然后你们去写的那个作弊的那些小抄啦什么的，来列展示，还蛮有趣的、啊。部长，这没有错吧？这是你辖下的业务，对不对？这个在我们那个有成立，这不触笔触笔啦哈、哦。古代科举为什么会一直在做这些监视的这些动作？其实也是这样啦，但是这些作弊的行为，包含电子舞弊，你是哪一件是监察委员在监视的时候抓到的？没啦哈。哦，那所以你的监视你在做什么呢？你们现在监视法里面所讲的这些试卷啦、试题啦、然后名册啦、成绩的这些迷封哦，就在做这个。其实今天如果废掉监视法，是表示立法院信任考试院，而不是不信任考试院。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专人来做，更不需要监委来做。监委如果有这么高的公信力做这哈、哦，大材小用了。杀鸡用牛刀了，所以你们这些你们在修法前哦，你们在那个修正前这些动作根本不需要跟监察委员有关。再来，考试的作弊也跟这个没有关系。等一下还有委员会问到你们消防人员的考试的问题哦，你去看看哪一点跟监视有关呢、啊？那再来，你的舞弊就发生在这里，所以你必须要修法吗？这个要请部长帮我说明一下。迷封姓名册的故封与开封对号，试题的拆封。应试人员考试成绩的审查，考试录取或及格人员的确认，舞弊是发生在这里吗？不是，也不是嘛，哈。所以这个监视，要么就是这个监视这两个字，大家文艺，你们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要么就是你们看错方向，哦，你们修法修错方向，啊，就是安内啦。
所以我们会建议这个，如果你监视制度真的要保留的话，我们可以去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才有够八股，有够封建啊。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你去看一下刚那一张，部长好，你看一下啦齁，左边这个有写分数的0010的这个齁，现在的蜜蜂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监视的业务啦，右边那个是明朝的蜜蜂章啦齁，就是第一甲第一名，大概是做这些动作啦。这些动作我们相信现在公务体系的作为，我们信任你们，那你也可以透过录影跟直播去处理，甚至刚才有讲到什么公证人啊、检察官都可以塞，真的不需要动到监察委员啊。这倒不是因为我要废掉监察院才去这样处理的哦。我如果要废掉监察院，觉得监察院功能不彰，大可做一些有康不顺的有的没的业务让他们去做，我们不做这种事情的，形式主义真的不需要了。那这个刚那个委员讲到这些历史典故，我们办公室整理了几样了哦。御史监视从唐代就开始了哈，中一类不是中统了，皇帝派一人去监视，然后再来到宋代，到宋代哦，他的那个就更多了，典故就更多，蜜蜂制度哦，从宋朝开始，唐朝开始到那个宋朝，什么胡明啊，什么微博维克基嘛，然后加了一个蜂蜜改为蜜蜂几千年了哈，再下来。这个科举制度的遗绪哈，就到了那个赵匡胤，他创立了五个考试制度，看起来比较厉害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现代科技嘛，靠人，泄题什么都是人的问题，所以他什么共举啦、蜜蜂啦，还有誊录啦，然后创制别试制度，然后跟殿试的制度，都是为了防止舞弊。所以我们如果你在监视法里面没有办法防止现代化的舞弊，你也没有办法防止刚才我所举到的那个海上警察跟等一下会有人问到那个消防人员的考试泄题，那这样有什么用呢？你就是白白糟蹋了监察委员出来监视的这个名声，所以这个是破坏监察委员的公信力，而不是在利用监察委员的监视而让他考试更有公信力。所以我刚讲的监察委员跟你们说，在台北我配合你们拍照打卡，这个就是这几年的拍照打卡，特种人员考试、外交人员考试、公务人员考试，你们还要办一个这个茶叙哦，这些大干部哈，跟你们典事长大概坐在这边喝茶聊天。如果以现代考试哦，你把这个照片流出来，不被骂爆才怪了。人家考试紧张到要死，还不一定有 link， 还不一定，说不定为了防疫要往后延，结果。你们还在坐在那边跟监视委员报告，行礼如仪，丢脸啊，真的很丢脸。所以今天的修法如果只是文字修正，没有更进步的。好，那个报告三十秒，下个结论。好，三十秒。好，谢谢。好，如果没有更进步的措施，譬如说你直接在文字上面加录影直播，那这样不修也罢，我相信你们。那如果你在监视法里面加了录影直播，就不需要监察委员，那还是废了也罢。所以这两个你们很难选择嘛。所以两位秘书长非常有智慧，这一家两个不但尴尬，把给给我们糟蹋的啦。好，所以部长今天辛苦你了。我希望说往废掉那个方向走，大家不要为了面子盯在这边。谢谢，谢谢。好，谢谢郑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吴怡丁吴委员。谢谢主席。刚就像很多委员讲的，这其实是我们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的，几百年下来的。那我们现在真的是要与时俱俱进啦。那之前我们的考选部长也说了宜修不宜废嘛，那不管修跟废，修是至少的，因为我们看到它是从民国39年是最后一次的修订，到现在就已经是70年了，真的是至少要修，可是到底要不要废？那我们看了一下那个监视法，只有6条，刚刚很多委员也有引用了。那我们看了一下它实际的例子，在我看来啦，我的问题是，监视
到底是监察考试这件事情而已呢，还是监察考试的制度？因为监察考试这件事情而已的话，我们知道各个国家的考试，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监考的老师在那里嘛，我们每一个考场每一个教室都会有一个监考的人员在那里的嘛，所以他监察考试这件事情已经有人做了，也不是监察委员。那监察考试制度呢，它其实就是纠举的一部分嘛。那我们需要这样子列说，你要去就像刚你的那个附表，部长，你的附表里面有，就是考试举行前要做什么事，入围的时候要做什么事，考试期间要做什么事，榜试前要做什么事，榜试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我想监察委员不是国小小学生，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一个列说他要做什么事，我们应该要列的是一个大方向。他是应该是要，如果我们同意，他是要监察整个考试制度，怎么我们是选哪一些老师来入围，入围的时候应该怎么规范，那考题应该是怎么保密，然后怎么发考卷。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化了嘛，可是监委可以做更有高度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说，他以现在的时代，现在的科技，这样子做是不是真的保密了？是不是选的老师是不是合适？那我们改考卷的方式这样子是不是合适？我觉得监委应该是做更有高度的事，而不是被监视法牵着鼻子走，做这些很细项，好像你要交代一个小朋友很细的事。部长，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监视法所列的这些项目，只是说这些项目都必须要有监视委员在场，那其他的当然监察委员参与这个监视的工作，那事实上整个流程他还是都可以去了解跟监督。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列的这一些就是现行监视的事项跟未来监视的程序，以未来的这一些程序，你凭良心讲，如果拿掉，会不会对考试制度出现问题？我们当然还是要把考试办好，所以基本上这些工作我们都一定还是会做好。长，拜托回答那个委员的问题。委员问题是问说，你把它拿掉会不会对你考试产生影响，好不好？直接回答委员的问题，谢谢。不会。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我觉得啦，监察考试制度是有其必要的，因为监委他们要纠举嘛之后，可是监委他要如何来做这个监察这个纠举，他自己有自己的，我想这些都是大人物级的，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我们不需要列这个细项去把它绑住了，那也可以节省许多的资源，就像刚许多委员提到的，我们可以省下来非常多的费用。然后接下来我再看了一下，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监视就是这个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这个功能有存在的必要，可是需不需要这个功能局限于或被这个法绑住，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但是如何去，或者是说我们保存它，可是它变成一个比较更有高度的一个法，就是说比较 high level， 说我们监察委员应该要来监察考试制度，然后如何纠举，如何改进，我觉得这样是比较这个法也比较不会说我们改了之后30年又要再改一次，我们所有的法都是希望它可以放越久越好，不是说每10年都需要改一次的。那接下来我其实是看了那个监察院，现在有7个委员会，请副秘书长，我们如果考试的制度上面，或者是考试流程上面，或者是考试有什么舞弊，监察委员要来纠举的话，我想请问一下，是属于这7个委员会的哪一个委员会的委员来处理？对，我目前这个有关分工的部分，那个有什么？比较清楚，路数比较清楚，啊，那分工的部分，监察制度的纠举，哪个委员会？纠举，
副秘书长，我想委员的问题很清楚啊，他是讲说，如果你考试制度有问题的话，你现在七个委员会里面是归哪一个委员会管？我们比较可能会归在内政及族群委员会，教文也有可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觉得监察院应该要有纠举，那我们每一个委员会其实都列得很清楚，他要管哪一些方面，哪一个部会的事。可是考试院真的有舞弊，真的有问题需要被纠举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明定说由哪一个委员会的委员来负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这没有对错，我觉得这是我们如何改进的方向而已。就是如果就像我说的，我们让监事成为一个更有高度的工作，而不是去名列说你要做什么，去迷风啊，去拆风啊，去绕一圈啊，这些事情不需要明定的去规定，我们应该更有高度。可是谁负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明定的说 OK， 我们监委里面有七个委员会，是不是哪一个委员会专责来负责？这个我们最近因为国家人权委员的成立以后啊，我们对我们内部的七个委员会的职权跟他的这个作为也会重新做一个检讨。那么也许将来会在司法与预政委员会里面会可能会改为跟贵院一样，就改为司法与法制也不一定啊。那这我们正在检讨当中，将来就是有可能会由司法法制这个委员会来。你说这个改什么时候你们要提出？我们现在正在检讨中。因为配合国家人权委员会成立以后啊，我们整个内部也会做一些调整。OK， 那我希望就是你们在讨论的时候，真的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点变成说整个东西流于形式，可是真的会有问题的时候，又没有人负责。对，谢谢，以上。好，我们谢谢吴一丁吴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刘世芳刘委员。谢谢主席。我想先跟考试院还有考选部的几位长官报告一下哈。刚听了相当多的不同的委员所提跟各位的质询方向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会有一定的方向，但是呢，看起来我觉得考试院跟监察院啊，好像都不敢做决定哈。所以我会有一个临时提案，希望考试院跟监察院呢两院要做一个联席会议，对于监事法的部分呢做一下存废方面你们的共同意见哈。不要为了说怕得罪人，然后说现行制度让我们再做一个其他的转换哈。我想我们不要有遗留以前科举制度所留下来这种封建的想法，该废就废哈。这是现在的民意基础如果够的话，我觉得应该勇敢说出来哈，这是我的意见哈。那另外我想来请教一下就监察院的副秘书长哈，那个您对于监察院里面的各个委员的运作的方向大概也非常清楚。我上一次呢也是在这个委员会里面问到说有一个这个个案的部分呢跟可能是牵涉到也跟高雄市有关系哦，在我们的监察院所提报的这个所谓的弃报案已经经过了调查弹劾以后能否再重启调查，那时候的副秘书长不是你哈，并没有给我回答。我想要再问一下哈，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哈？那再来同样的道理哈，这个呢是属于监察委员自己去针对有人所举发跟告发所提的这样的调查，但是如果有一般的人民团体在举发的时候，后他的调查时间会有几天？好，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监察委员呐、在做这个监察院告发的时候呢，是两天，好、就开始立案。好，那人民告发要几天？这我要问一下这个副秘书长目前的重启的方向，来，请。首先感谢委员对这方面的垂询哈。那我必须报告一下，因为有关这个人民的陈情案件这方面整个进来，一直到流程到调查报告出来。我这个过程确实是没有接触到啊，所以说我们监察业务处的处长在这方面是比较清楚的。我是不是能够请我们好麻烦一下好吗？来，报告一下委员，依照那个监察院相关的规定的话，我们人民陈情进来，我们在十天之内就要牵出一定的一个处理方向。那调查有调查的程序，一般案件是三个月。然后重大案件是六个月，特殊重大是一年。那个有在录音里面吗？好像没有开，你有没有开？有。
有开哈。好，那我请教一下哈，那上一次这个3月16号，那到现在的时候大概是10天内嘛哈，所以这个案子如果已经有开始调查的话，麻烦请会后跟我讲一下好吗？了解。10天已经到了哈，这个是非常大的重点，因为我希望说监察委员还是一样可以超越党派，应该查就查，不应该查就不要查。那同时我刚刚有在问的，就是已经有调查结束以后要另案再调查这个部分的这个时间是多少，就是原来我第一页所提到的部分，原来有几位啊，像李月德、陈庆才、杨美玲、江明昌跟陈小红这几位啊，有些可能已经不在监察委员的位置上，那当时已经结案了，那现在的部分呢？要再重启调查，这个部分的时间是多久？报告委员，这五位监察委员目前都还是监察委员，都还是是的。嗯、然后委员上次在质询的时候已经问过这样的问题，对。那当时呢，我们监察调查处的处长有报告委员，说这两个调查案的案件的内容是不相同的。第一个案子是有关于气爆的案件，那接下来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案件是有关于善款的运用的。是，但是我要跟你讲，第二次开始调查案件的时候呢，我有人告诉我说，我们自己的监委告诉高雄市政府的官员不用出席，结果只有人民团体出席。好，我想你内部要调查一下，我觉得这样不对哈。如果你要调查的话，是地方民间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关系人或者证人都要一致出席。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违反监察委员他自己本身在职权行使上面的一个公正性，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状况不知道好吗？好，这是事后所听到的部分。那也请秘书长可以把他列案回来，好，回去查一下哈。好，先谢谢你哈。那再来我来问一下我们的考选哈，那个国考的防疫物资现在都到位了吗？5月到12月还没有，还没有嘛？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我们预计啊，所要从俄温枪开始到现在有这么多哈？那请问现在我们准备多少了？这个部分目前大概我们之前有跟疫情指挥中心那边申请到3000个口罩啊，那其他后续这些我们会口罩只有3000个，你们预计要15万个，所以3000个15万个，大概你只有1/50不到，所以这部分我们会配合这个考试，后续再陆续跟这个机关署那边提出来申请。哎，哇，这个太糟糕了！如果这样的话，所有去参加考生的人是不是很？那我再问一下，现在在居家隔离的人数非常多。居家隔离，哈，那万一到5月到12月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是居家隔离的考生的话，那他们考生的权益怎么确保？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报考的须知里面加注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有跟专家还有这个地方卫生机关大家开会讨论过哈，那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如果要让他们出来考试参加考试，事实上是有执行上的困难哈，所以目前大概是采这个隔离跟居家检疫是不能来参加国家考试，不能来参加国家考试，但是我们已经有公告了吗？还没。这个可能你要按照这个时间点来做好的公告好吗？否则会有困扰哈。那怎么样公告的时间你让我知道一下，明天会提报宴会之后就会进行公告，尽快好吗？好，因为很多考生啊可能也是10年寒窗啊，是，结果到现在为止为了自己是居家隔离或检疫哈，甚至是确诊的案例没办法报考，是，好，当然我们是为了其他的公众的安全，是，那会后有没有其他的事后有没有其他的补偿措施做退费？事实上国家考试像公务员他这个一年像也有这个高普考也有地方特考啦齁，是，那这个专技人员里面像医师相关人员其实一年都考2次齁，所以基本上的影响可能是比较短期。我想你不能这样讲齁，每个考生有每个考生应该有的资格，我希望考试院能够就疫情指挥中心里面所颁布的那个我们要遵循的事项，怎么样还给那个考生应该有的权益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同时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额温枪口罩等等这些，在到时候国考会场的时候有那么多志工要加入，所以你们是不是要适时的请疫情指挥中心来做一下指导，包括考生的进出动向可能会比较好，好不好？好，这个有一个全套的措施嘛，好，麻烦这个考选部可以给我一个会后可以给我一个比较详细的部分好吗？ 好，那同时可能我要请这个考选部的这个吕理政啊回去再帮我问啊，对，不是考这个考试院哈，
目前呢还有所谓的年金孤儿的这个部分来跟我澄清了哈。那请考试院可以再复制我们的全序部，对于现在年金孤儿的部分的后续的补偿救济措施是什么哈？因为我知道说这个人数呢大概相当的多哈，当时是2952人哈。那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弥补的话，我们一定是还会有其他的一个替代方案。那这个替代方案是什么？好，我等一下会有一个书面的质询，但是也麻烦那个考试院可以复制我们的这个全序部，可以做这方面的书面回答，好吗？好，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个考试院的其他同仁在这边吗？哎，您可不可以您口头回应一下好吗？这个委员催询事情，我们同意照办。好，那我就把这个再讲一下哈。最主要就这个年金孤儿的部分，就是说它的主要诉求是年金不公保年金是回溯到1999年1月1日哈，那一次金缴回要改领公保年金的部分，那当时好像是变成只有103年哈，所以这4年差的时候呢，就差了这么多。那大部分都是属于经济部国营事业的人，他们当时是公务人员兼劳工哈。那最后做成这个决议的时候呢，好像我们的考试院这边没有提出一个后续的一个补偿救济方案，那。同时他们的请求权请求年金的请求权已经超过10年，那超过10年以后的请求权如果消灭的时候，那这些没有请领一次给付退休金的人他们怎么办？是否有其他的这个救济办法？也麻烦这个考试院的 司长是吧，组长麻烦你回去可以转告一下，那我们后续怎么处理的话，可能我们要一并来好好处理好吗？好，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好，谢谢刘委员。接下来我们请郑丽文郑委员。谢谢主席啊，我要就叫这个考选部的部长啊。不过我刚听到前面另外一位郑委员的质询啊，我觉得老的东西不一定不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老了，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啦。也不是西方的东西好的我们学，中国东西好的也可以学。那每个制度都有好有坏。如果今天台湾不是因为这个考试制度的话，一般穷苦人家出身的，或者是非常基层出身的，像我，是不可能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像我们中华民国也不可能有一个这么优秀的文官体系，有很多人，我们身边太多人，过去有很多的前辈都是非常穷苦的人家，可是他可以一路因为优异的公务表现，然后因为国家考试的制度，所以这基本上其实并不是一个封建的余毒，它刚好相反。如果是封建的话，你必须要看你爸是谁啦，你才能够当官呢，不是吗？那才叫封建嘛。那考试制度就是让所有优秀的庶民，只要你考得好，你都可以连宰相都可以当嘛。宰相也不到今天为止，英国首相就是宰相啊，他们的英皇还存在啊，但也没有人觉得说英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所以重点在于考试制度是不是有与时俱进，那有没有真的发挥应该有的功能。那我想就一些比较实际长期啦，真的是长期为外界甚至于考试院考试院考选部本身所提出来的一些内部的检讨长期以来都说，因为台湾人就是会读书嘛，我刚刚讲了，因为都会考试嘛，所以考试院呢在做国家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呢就被讥讽为说是研究所考试的延续嘛，就大学考完考研究所，研究所考完考国家考试嘛，所以都是学科，然后也就是学校的这几个学霸变考霸，不是学霸啦，学阀，对不起，学阀变考阀，我自己念法律系的，所以我是亲身经验非常深刻。那第一个想就叫考选部长的，就是说就这个部分考选部到底有没有思考怎么样去做一个像过去的这种静态的学校学科延续的这种考试的方法。你看现在很多这都是公开的秘密啊，考了什么建筑师执照啊，土木工程师执照，考了就扣起就搞扣一点去扣扣掉扣掉掉的就白和白狼啊，对不？因为真正会晓做，有实务经验的，袂晓考试，考袂着白啊！我考着白就借给别人啊！就是会考试的人，真正是
就是不一样。那这也凸显出说我们的考试制度会不会太不接地气了，来请教这个部长怎么去思考这个方面的改进。包委员，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这个考试的方式，除了笔试之外，有一些考试还有加上体能测验，也有加上这个口试，所以这个至于他考上之后那个揭牌之一，职业管理端的问题，那我知道，我知道，但我不是说叫你们去管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凸显出就是说考试跟实际上面需要的一个落差？那不只是这个，不只是这个专门的科这个考试了哈，还包括譬如说公务员也是一样，不同的公家机关的单位，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上礼拜。这个人事行政总处才来接受质询嘛，哈，那一样的，他们过去是一个积极消极的一个角色，可是今天你一个国家竞争力，我们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公务人员，就是说不是只是一开始很会考试进来，他真的很优秀啦，他可以考得上国家考试，变成台湾的公务员，他真的很优秀。但问题是说，现在这个环境的变化这么大，然后整个全世界的科技知识的进步发展这么的快速，他如何能够跟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因为人事行政总局不管一开始的考试嘛，所以我现在回到源头，你们考试的时候就有没有考虑到他的实务的经验？我头先一开始我就问了啦，就是不是干那高考试高读册尔啦？这波我们在这个考试的应试科目啊，都有跟用人机关哈做过讨论了。我知啊，阿林今天中午在讨论这个内容试题的这个设计哈，事实上也有这个跟实务哈做一些适当的结合。那口试的部分也是会跟这个实务做一些适当的结合。结合的程度够不够？就还是以传统考试为主嘛。那这么多年来，大家在嫌啊，你们就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我怎样那个有改啊？跟那个主计长一样，牛轮车步的改啊。我们那嘿，这尽量，这就是这个学术跟这个实务哈，能够尽量做结合。所以点试委员，我们也尽量有，包括口试委员，有尽量邀请实务界的来参与。然后还有就我刚刚说的，学阀变考霸的这种状况。我念台大法律系啊，我老师通通都是啊。要考研究所，要考那个国家考试，我故事太多了，这边没有时间讲，真的很离谱。我念书的时候就觉得太荒谬了，真的很离谱啊！怎么考哪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出来我就知道是哪个老师出的了啊！标准答案不一样哦，写错会被当哦。许宗力考的还是李鸿禧考的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法律这部分我们已经有改成这个，就离谱哎，已经有改题库的命题了，用这个小组来做命题，所以已经这个改除掉过去的问题，哎，有通通改除了吗？是，好，后面点头点得很用力，大家对这个事情哈，真的是那。提到这个了哈，上个礼拜这个我们的这个周玉山委员呐、他有投书了哈，那我好心的立法委员呐、还帮你们问这一题呀、他说你们的这个点试委员呐、的这个酬劳非常低呀、40年如一日都没有调过，干嘛呢？哈？我想我们有做一些部分调整了、当然幅度上没有那么大哈，毕竟因为这个都是考选基金，那都是考生的报名费了啊，所以我们也只能就收支的平衡这一方面来哈，衡量跟酌一个给点试委员相关的，包括业界的经费、这个命题的经费跟审题的经费，所以有确实是有找不到命题委员的窘境，你讲的呢？目前来讲，如果说这个找不到点试委员的窘境，所以你的题库就不够多啊，就没办法出题。题库命题跟临时命题有点不太一样哈，所以基本上因为题库命题的相关成本也可能比较高一点哦，所以我们包括人力上、这个经费上都还没有办法100%做到题库命题，所以还是有绝大部分是依赖这个临时命题的部分啊、那以目前来讲，所以你们有没有经费不足的问题？经费要怎么那个改善？大概在几年前有一个大幅的不足，那一部分有调整报名费来做因应了。那这几年下来，到目前为止应该还可以打平，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也许会有一些经费增加支出。
好，因为考试委员哦，他为你们请命啦，而且这是最新的啊。就是说你整个的点试工作人员的待遇是不是偏低，因为靠着对国家的忠诚跟热忱纯粹的服务，那我觉得这样也不公平。那如果说像他提出来的这种例子找不到点试委员的这种窘境，那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国家考试的素质也会受到影响。好，所以就这一点也希望你们为应该要有的福利，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就像我们的健保体系一样啊，医护人员这么辛苦，但是我们的健保快要破产了，这是题外话，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行的。谢谢。好，谢谢，我们都还是会适时来做调整。哎，谢谢。好，谢谢郑丽文郑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赖香伶赖委员。谢谢主席啊，今天主席哈用心安排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上次应该是各单位来做业务报告的时候，我们也问过了相同的议题哈。那事隔一周了哈，我不确定现在今天我们来的代表也考试院是吕组长是吧？考试院好，那考选部是部长来亲自来哈，那监察院我们是副秘书长来哈，那我就先用我的时间让给各位哈，一分钟辩论表述好不好？请问现在监察院啊，自认哈，因为你们的报告我看了，其实结论都不起来了哈。这个监察院看起来是似乎希望废止这个监视的法规了哈，是还是不是？请点头。尊重贵院跟考试院的前者。对，这个是上次也是这样说嘛。那尊重归尊重，所以我说现在时间让给您了哈。监察院是不是一分钟说明一下，你们认为该废除的理由是什么？监察院从来没有说一定要废除。那你们这一些不宜续任啊？对，不宜续任监视工作。对，那个是不宜续任，但是到底要修还是要废？包括刚刚像有些委员也提到说有其他的替代措施啊，那所以说到底要修还是要废，我们没有。但是以核心业务监视这个监察委员的核心任务，纠举弹劾几项。有这个工作项目吗？对，像刚刚委员有一些委员有提到建议说，能不能有一个人民的这个监视的委员会？是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思考方向。所以说，人民监视替代的话，监察委员就可以不担任这个工作，对吧？依照委员的建议的话是这样子，没有错。所以我们还是有一点就是期待这个工作能够在监察委员的项目里面呢，直接就剔除，改换其他替代的方案，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也尽表尊重，欣然接受嘛。我想您的态度我清楚。那我们现在针对考试院哈，考试院也是给您一分钟好不好？你们上次来我办公室也是说宜修不宜废嘛哈，那请问现在这个主张或者是这个论点有没有调整？鲍委员，考试院的立场始终认为应宜修不宜废。始终是从民国几年开始始终认为啊？就是从我们上一届第九届的立法委员啊，那么他们主张要废监视法，是。那么考试院的立场跟现在立场还是一样，我们认为应该只是修监视法，由监察委员来监视，不宜废止监视法。那您是您是哪一位？您是吕组长对吧？是是。那我请教，民国九十四年，我们考试院是不是自己曾经提出来要废止监视法这样的一个主张，甚至是已经几乎进到了朝野协商的地步了？是，那时候姚院长的时候是曾经有这个曾经送这个废止这个监视法的案到立法院来。是，那么当时理由跟现在的理由差别是什么？那时候是因为这个监察委员的产生困难，没有监察委员，所以没有办法根据监视法来监视而在执行。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时空背景的转换。今天假设没有监察委员产生出来的时候，监视法就该废止。所以这件事情是说，那监察委员的职责里面，监视法是很重要的职责咯，才会有依据这样子，所以可以废止监视法。这逻辑是不是怪怪的？我们认为国家考试有监察委那监视，对国家考试的公信力非常重要。是啊，所以为什么当时考试院要废止监视法？只因为监察委员没有选出来就要废止吗？
是吧？所以我不是指责，我是说这个时空环境背景让我找到一个，是是是，当时也不在你们今天的报告里面写到，所以你们并没有把那段历史也放入。所以考试院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可以废止监视法，在94年的时候，但是到109年的时候，现在的想法是宜修不宜废，对吧？是。原因是什么？刚才我跟委员报告的，这个监视法对国家整个国家考试的公信力非常重要，尤其我们国家这个对于这个考试的公平性啊，那么这个非常在意。那么人民对，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嘛，所以这个考试不能有一点点的缺点，会有一点点不让人怀疑的地方。那97年那几年没有考试吗？有考试。没有监察委员在，有发生弊端吗？没有弊端，当然没有嘛，对不对？有，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一论啊。是是。所以我是很诚挚的希望我们作为主政的这个部门、主政的院会，自己对于这个制度该修该废，就像过去讲的很多笼式的这个法典，也都要被新的时代来做一些修正，所以不是质疑说你们讲的宜修不宜废有什么问题，而是如果此时刚包括监察院都讲，如果有人民参与的这个过程机制被设计出来了，那这样子你还坚持监视法里面让监察委员来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还是说可以有其他的替代性，你们也可以接受？我们认为还是由监察委员来监视是最理想的。了解，收到。好，那我想就进到第二个问题了哦。我想这次大家在谈考试院针对监视法为什么很强调，还是回归一个我们考试院作为一个宪政机关哦。目前我们已经缩减了相对的考试委员的人数嘛，是不是？是对，是是是是。所以现在接下来还是要问我们考试院本身的转型。是，包括不管是在刚郑立文委员提到，就是说考试院作为一个大家考国家的科考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上位机关，未来这些委员减少之后，我们很多其他的考选部啦、其他的保训等等的职责，也许可以转化到行政的这个院下项。那考试院的这个存在跟考试院转型这件事情，目前我们院里面是怎么样的机制在处理？是不是有成立委员会在做调整的因应，还是如何？这个部分哈、那么我们曾经这个院会也要讨论过这个组织法修正以后的因应措施哈、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结论。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今天修法跟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你们还在转型的讨论，也没有进度，所以这件事情你们并没有一个定见，所以还是以修不废？这会不会有联动关系？因为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存在，如果连自己的命运、未来发展都已经不愿意面对，然后你说组成的委员会也没有开会，那基本上我觉得你们是很怠乎面对国家赋予你们的这个角色跟任务，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不明？这个考试院组织法的修正啊，是。那么将来委员人数减少又怎么运作？那么将来是怎么运作，我们是目前还不了解。但是不管是它怎么运作，对一个国家考试来说，那么事实上一个国家考试事实上是从点试到监试到考选部的事务工作是三足鼎立的。是。那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你不管考试院组织法将来怎么变，都是需要一个监督机制。是。那这个监督机制呢？所以你们的修法方向是让这个核心业务变少，监察委员的角色变轻，是这样吗？是。是吗？对。所以这已经离存废只差最后一点点。那如果说基于上一个届次不连续，但是是提出废止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基于这样的职责，也会要求是不是真正面对这样的去核心化，业务量能降低化，这对监察委员也很不尊重。所以这个修法方向，我觉得还要再重新思考。目前修法方向是
对于整个监事工作的核心的部分，还是请监事委员来监事。其他比较琐碎的工作，我们就把它去任务化了。去任务化，对，所以还是请教，就是说监察院这边对这样的修法方向，你们觉得是尊重监察委员，还是说去任务化作为一个假费真修啊？这个其实因为考试院在修法的过程里面都没有征询过本院，没有征询过你们，都没有。那今天这样坐一起也没有那事先对话一下。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版本的时候再来具体表达我们的意见，上谢谢。所以你尊重大院，也尊重那个考试院，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因为监察院准备转型在人权的方面，这个职责跟这个重担，国家是很赋予很重的期许。那如果说能够弃无存菁，有一些职责，有一些工作跟监察委员无关，应该很严肃对待，这个废除不会是有什么问题的。那我还是想说，我们的委员今天主席排的这个议题，就是希望不要再拖到这一届，又留下一个大家觉得很奇怪的一个法典在这里，好吧？我想我就简单的咨询这个，谢谢主席。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赖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周春米周委员。谢谢主席哈。那我想今天监事法这个议题大家都很熟悉了，从上个月大概从考试院的业务报这个立法计划跟监察院的立法计划，大家委员都有关注哈。那这个议题我想重点不是刚郑立文委员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要废考，我不要去揣测他的意思，就是说下的重点争点是考试制度一定要在，也要有监事委员、监事的人员，只是说这个监事的人员现在在讨论要不要由监察委员来担任嘛，哈，我想大家的重点是放在这里。那大家就回过头来修宪之后，那个监察委员的同意是由立法院来行使嘛？那我们的印象中，上一次我们在就后来被补提名的这些监察委员的候选人里面，我们也很少去关心或者去问到说，哎，你有没有这个监事的这个想法或者这个职权？事实上，大家对监察委员的想象或者要求或者期待是没有包括监事这个制度的了哈。那监事当然还可以透过其他的任务去确认这个考试跟点试的一个公正性啊。所以我想这个议题这个法案将来还是会排啦，那你们两个单位司法院跟监察院还是要来，那只是说你们碍于立场也不太敢明确表示，就直接说给立法院决定应该是会比较明确一点。好，那我今天的重点我摆在另外一个议题哈，想来关注一下，就是公务人员考试法第六条哈，那这个是在103年1月3号有修正。那在修正前呢，是公务人员的考试，这个及格人员在服务3年内不得转调原分发任用的这个机关，还有所属的机关学校以外的机关学校任职，就是103年我们修法之后是把它延长为3年，就是3年内你不能去调动你原来的这个所主管的机关，还有相关的所属机关。那之前是1年，之前的规范是1年，我不知道考选部这个徐部长了不了解这之间的一个我们这当初修法的这个法意旨，还有它的这个差别在哪里？这个部分呢、哦、是。因为我的了解是高普考事实上一开始是没有任何这个限制转调的，然后后来再改为1年，然后再调整为3年。对，那这一部分是因为地方特考还有特种考试是有限制转调6年哈、哦，所以基于衡平性，还有因为对地方特考的影响哦，所以高普考这边也再加上1年，然后改成3年。我想大概当时修法有当时修法的一定有它的一个正当理由了哈，只是说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一下说，哎，这样的修法是不是还有在调整的空间，或者还有其他我们去侵害到的权益，我们要想看怎么样来弥补哦。因为大概根据这个统计哦，108年哈、哦，大概这个高普考录取人员的平均年龄大概都是在30岁左右，不管是男跟女，女性大概就是29点多岁，男性大概是30点多岁，不管男跟女，大概我们就抓一个平均值大概30岁。那这个30岁就是
依照内政部的人口统计哦，我们的初婚的年龄是男性是32岁，女性是30岁哈，所以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是30.9岁。那我想这个当然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于直接的关系，但这也是我国人口政策我们要去考量的。毕竟这个公务人员他考上了，那如果说他没有办法，他因为他考上的这个关系，他不能够调动。那他的原来的这个他又新婚，然后从这个人体的结构年龄上，这个是最自然的，他这个生育年龄又是最好的，好，这我们不用客气，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增产报国，这个也是我们将来要推动的一个人口的政策。那我们公务人员这边的我们的考试的政策不能够调动的这个限制，我们是不是要来随之调整？因为我刚好30岁我考上了，那我又结婚了，我好不容易卸下这个考试的重担，考试是非常辛苦的，那我卸下了考试的重担，我希望能够过一个比较正常安稳，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我可以好好的规划我的人生，那将来整个家庭的这个方向。但是我前3年可能因为我的工作考试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如期的规划，这个部分把人口政策考量下去，部长你的想法意见？包委员哈，基于这个人道的考量，跟基于这个塑造一个友善的一个公务环境哈，我想考检部事实上是支持放宽的这个方向了哈。那甚至是限制转调3年6年都取消，考检部也都可以支持，因为这个其实是用人端的限制，并不是考检端这边的限制，只是说放在公务员考试法。主管机关当然就是说3年或6年，我想在座的民意代表大家都会面临到大家来请托人事案、推荐人事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如果解除限制之后，大家就是各凭本事，有时候运作下来有可能各凭本事，这也未必是好。但是我觉得刚刚部长讲到一个重点，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友善的公务环境、工作环境，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考量的。1年、3年、6年、6年是更长了，因为它是地方的特考，还有一些相关的，包括我不晓得监狱是不是也是要6年，还是要就是这个监狱，因为当然人家也不太，就是可能也是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常常是在那边拉扯的，常常要去平衡的，没有人要去，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在地的或者其他外地的人比较没有那么意愿要去，但是终于有人要去了，是不是可以多留一点，不要常常在变动？就像偏乡的老师一样，那个我们恒春半岛那个老师一样，你如果说没有一个3年的限制，可能1年离开，小朋友就要哭一次，老师要走了，小朋友要哭一次，所以这之间怎么去调整，然后又要怎么样去说配合我们这个刚考上的公务人员，他们的生理条件、家庭条件，然后有一个友善的环境，然后可以搭配我们的人口政策，我希望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检讨，然后希望你们可以提出来一个说明。是包委啊，我想这个高不高，这一部分调整，那考检部这边的意见是基本上是可以放宽。以前你们有做过在就103年修法之后，有在做过相关的讨论吗？这个部分呢，因为是因应用人机关的要求了哈，所以我们还是维持3年跟6年。那未来如果调整放宽，我们不希望只有放宽高补考，地特的部分可能也要做适度放宽，不然对于地方的人才的一个甄选可能会造成影响。因为以现在来讲，大概当年度像今年这个去年的地方特考12月考，今年放榜哦，那考上地方特考大概有将近40%到50%，马上又会报考7月份的高考。对，所以我们不希望它造成地方用人机关其实也很为难，因为你来我也好不容易训练了，然后可能1年要离开，所以这两者之间怎么去调和，我想还是要多花点精神。那最后我再来讨论一下国家人权委员会哈，那监察院这边秘书长已经离开了嘛哈，那就请副秘再多担待一点。那我想大家国家人权委员会大家会去关注说他将来的运作，比如说现在南韩发生的这个 N 号房的事件，这个对人权、对性别平等、对这个私密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比如说像
将来我们当然不太能够明确说我们的人权委员会将来大概具体可以做到什么了哈。那因为它的组织编制，这是我们上一届通过的，它的组织编制是39到58人。好，那当然我们期待它能够就一些社会关注的人权议题、人权政策、人权事件、人权的影响去做一些好好的调查，但它势必也要跟行政机关，势必也要跟国会有一个好的互动。好，这个是从这个我们所谓的贝尔格勒原则建议来的，这个他也是希望要求你要跟国会有一做好的一个互动，跟行政机关有一个好的互动。那我们现在比如说举例，像这个像澳洲，他们大概就有一件在，他们有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2012年成立的，就是在调查儿童的相关组织内儿童性侵害及处理性侵害案件的情况。好，那这是一个我们将来可以去效法的地方。那国内的组织大概就是大家知道的2018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那现在运作2年，那但是他的工作职责太多了，我们可能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完整的，就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调查出来哈，所以可能还会延。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将来我们制定了这个人权委员会的制度，大家也都非常的这个期待，也希望能够就国内的人权这部分有所调查、有所提升。那将来这个部分，我请教副秘哦，就是说你们在行政机关的互动或者跟国会的互动，因为不可能是这些监察委员来嘛，一定是秘书长来嘛，那或者是副秘书长来嘛，那将来这个部分大家怎么样去连接，或者有什么跨机关的合作，有没有规划呢？好啊，报告委员，谢谢委员的关心哈。那么有关国家人权委员会，确实在整个我们监察院的过去传统的一些之前的运作变化都非常大，所以说这方面我们有关监察职权的变动的部分，还有涉及到监察法的修正，我们现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研究当中。监察法的修正，对，那所以说希望能够顺利在5月初的时候能够把修正草案送到国会院来。我想应该监察院要赶快准备了，因为接下来下一届的监察委员又要提名了嘛？确实，那立法院要行使这个同意权，我们也势必会很关注这些相关的议题。那请你们就多做准备。好，感谢。好，谢谢，谢谢主席。好，谢谢周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叶玉兰叶委员。主席好，我想请考试院第一组的首席参事吕礼正女参事。主委员好。嗯，好。今天的监视法其实是定位上的争论，那本席更关心的是所谓的考试权独立到底有什么用，能不能保障公务人员的权益，能不能发挥官制官规的激励作用。那么第一，去年呢，在12月考试院组织法修法的时候，立法院有一个附带决议，使人事行政总处不再常态列席考试院院会。贵院对这个附带决议的态度如何？觉得合法合宪吗？这个部分，我们院里头啊，那么这个整个因应措施现在还在前院审查会就审查，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们是觉得不合宪？不是不合宪，那么我们是要觉得这个跟考试院啊，跟行政院啊，两个院怎么样的协调，让这个整个考权政策啊可以很顺利的运作。是，其实本席因为长期都在我们政府的公务机关里面啊，其实我知道立法院的这个决议，我在当时看起来是觉得是错误的，因为依照你们考试院的组织法啊，或是人事管理条例，或是行政院人事总处组织法，全国的人事机关啊，跟人员本来就要接受考试机关的监督，那他们列席院会本来是天经地义的。是啊，但是我也要提醒各位啦，如果要当老大，就要有老大的样子哦，你的权力跟责任也要匹配哈，因为你们是专业的人事机关哦。那我特别关心的是我们这个警察的人事制度上面了，因为大法官4至760号曾经指出，警察三等特考的及格的人没有
到警大去受训，所以没有取得警政三阶以上的这个任用资格。本来是只有两岸只有17个人申请，但是因为内政部长叶俊荣那时候大笔一挥，所以现在所有的那个警政署去调查之后，有4623个人都有意愿去受训。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具有这个资格的人很多，可是这样缺很少哈，所以。以至于不只是左四类的没办法分发，以后连这个左一左三甚至于二技都没办法分发。我想请教考试院，你觉得这样四至760的配套措施政府处理的如何？考试院的系统有没有在中间参与？又发挥了多少功能？你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呢？包委员，哎喂，那么关于这个部分哈，那么是前续部的业务了哈，那我不熟悉，是，那么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我们带回去给前续部？是吧？是，好，最好是如此，因为事实上那个贵院的我们前考试委员黄锦堂教授，他其实就讲了说，让大概有5000个有资格的人可以补训，这不只是申请试宪者，这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哈，所以。你们在103年6月审查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的时候，也附带决议要重视外鬼生的受训权益啊。那时候考试委员何继鹏还沾沾自喜说，你们考试院的系统早就发现了，早就发现了，但是做了些什么呢？啊，所以如果你们都知道能够事前掌握情况，那么现在巡官的派用。状况怎么搞到这样呢？我觉得考试院大概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了，讲说要保障警察的权益，要规划合理的制度，但是都是凸显自己已经知道问题，可是没有解决问题啊，没有去采取真正的这个措施来解决问题。申请17个人，调查有意愿去受训的4623人，可是警察的这个巡官缺在107年10月为止，只有609个。那107年仅这个巡官以上退休的是246个。其实各位都知道，这是国中数学，要派的有4000-5000个人哈，可是能派的缺顶多是600多，那怎么够派呢？那这样子有保障到巡官资格的警察吗？因此我也很希望，我非常希望参事可以带回去，是、就是考试院能不能要求全序部积极会商，而且协调内政部人事行政总处等相关机关，来做出足额巡官缺职的未来规划，要凸显你们存在的价值。我这大家一直在讲，到底是不是想你将把你们废掉？其实我们都是不乐见的啊。委员的问题，我带回去给前续部。是，所以我希望考试院，但外界对你们的攻击很多，可是我是非常尊敬你们考试院的啊。那我觉得，用人的需求，当然这可能不是你们的强项，可是你要从全国的高度来分发，来出发，从国家高度来出发，一定要保障扶工职权，一定要设计合理的激励制度啊。那如果说荒腔走板的这巡官，有具有巡官资格的人哈，都没有缺可派的问题，那我就看不出到底我们人事这个文官最高的机关在这里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谢谢。是，谢委员。我们谢谢叶玉兰叶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不在，我们请邱显智委员。好，哎，主席哈，我们请这个考选部长。好，部长，上次谈到这个考试泄题的事情了哈，那之后呢，你后来有报给这个院了嘛哈？好，那你什么时候报给院？3月10号，你3月10号报给院，那你看一下2014年的时候，这一次的泄题，你们并没有向这个泄题者求偿嘛？好，你上次有讲，
由法院那边有求偿的。好，就是法院那边，但是你们没有去告他民事啦。是，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说三月十号你有这个报个院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报了什么哈。我看你这个报告啊哈，三页，然后呢，这里面有涉及到就是说，好，你说这个你具体的处理方案嘛，好，然后三月十号报，但是考试院到现在的进度是什么？考试院已经交付检验审查会来做审查。对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好，你报了之后，三月十号嘛，好，那你看嘛，三月十号你报了之后，然后你们开了几次会了？你三月十号报了之后，然后你们在这个三月，看起来三月十二号你们有开一次会，就提到宴会去，对啊，那交付检验审查会审查，但是你的三月十二号记录里面完全没有你这边、啊，因为是由密件。这个我们未来是会以秘密会议的方式来召开，所以没有在。那到底你什么时候开嘛？因为从头到尾看不出来。你看一下三月十二号啊会议记录，三月十九号会议记录没有，三月十九号的这个议程也没有啊。那下一次是三月二十六嘛？好、这部分就由考试院决定。不是啊，审查的时间你自己看嘛。审查时间由考试院做决定。好，考试部不能去决定这个时间。我给你看一个啦，哈，你自己看，你这个实在是有够夸张了。十月二十四号，好，这代志发生多久啊？十月二十四号的时阵，考试院的院会的记录说，希望部啦，就是这个部长，好，你具一个方案，然后报院来嘛。对不对？结果三月五号到三月五号，我们质询之后，你三月十号才抱怨哦。好、哦，那三月十号抱怨之后呢？你看，你三月十号抱怨之后，每一次的会议都没有排你这一件呐、啊。那这些考生，好、哦，也在等说，那考试院的这个方案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上次就跟你讲，你都听不懂我意思，这是一个警察特考。好，这些人不应该考上的人，考上之后他在执行，他像我们在立法院的警察同仁一样，像在这个台湾的七万名的员警，或者是说消防员，哈，这一些的这个公部门的这个员工，他在执行公权力嘛。那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你如果一天就拖过一天，对不对？哈，他每天都在执行公权力，那将来人民可不可以主张说这一个执行公权力的这一个公务员，他就是不释法，那这个行政处分难道不会有问题吗？你了解我意思吗？了解，他们在任官之前是在检察官起诉之那个谢迪教授的之前，事实上都已经任官了哈，所以都任官了嘛，对啊，你们就是这样都不处理、啊，在考试院审查的时候会讨论，所以你现在才要讨论嘛。那我要跟你讲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就是人家本来应该考上的，却名落孙山之外，这件事情你到底要不要重新办考试嘛？哈，因为你自己看嘛，你在2014年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哈，2014年的时候这一次，哈，有没有这一次的动作？你看，2014年8月22号起诉，人家8月26号考试院哈点试委员会的第二次的会议就决定要保留嘛。这个上次我们也谈过了，这基本上是不同的 case 哦。对，不同。2014是他，但是违反考试直接有跟我们考检部检举，所以我们考检部掌握市政，再交给检察官去处理。现在这一个案件有没有疑义？没有疑义啊。三月五号的时候，被告都已经认罪了，部长，被告都已经认罪了。我们对不对？好，你按照这个时程，你按照这个时程，你都有掌握嘛？二十二号四天之后就保留了，9月25号就重新考试。检察官并没有起诉任何学生，对这个涉案的。所以我说你这一件事情，我们还要去查证到底有多少涉案的应考。那你的方案里面有没有说要重新准备考试？因为从头到尾你的报告里面撒压完全，我们有方案到这里上，我们已经有提示到的方案。我跟你讲，对啊，考试院任何一个懂中文的人，收到你这三页的报告交到国会里面来，会知道说你要追究什么。报委员，因为这是秘密会议意见哦，所以对，那我们得先跟委员报告程序上。好，那后续实质的审查通过之后，我们一定会对啊。好，那我问你嘛，你追究了这个，我看到这个我真的是整个傻眼嘛。你说什么？违者依法终身不予聘吼临聘，并依市政追究其责任，当然是不应该再临聘啊，部长。天哪、啊！
考试作弊，过去做这个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考试作弊，好，然后泄题之后，难道你还想要临聘吗？这是基本款，这没下，这没人这样下。那人家要问你的是说，你到底追究什么？你有没有要去跟他追偿嘛？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了这么多考生的利益，结果说，哎，考试院决定说，哈，以后就不要再临聘这一位了。拜托，未来如果涉及重新办理考试，我们一定会求偿。哎，对啊，所以我现在就要问你嘛，你什么时候要办？那你到底有没有去追踪说这个院什么时候要讨论？你都没有去做，然后我每次都在，你以为说我们咨询完就算了？没有，我每天都在等你。看院会什么时候要排你这个案件嘛？因为院是上个礼拜是交检验审查会审查，所以我想这个那什么时候要做出决定？应该是很快会在这个安排。好，那我问你嘛，第一个问题，如果要重新准备考试的时候，你会跟他求偿嘛？对不对？第二个，我一直在问你的，就是说这些人都已经任官了，好，那不应该考试的人考上，这怎么处理？这部分在审查，我想院会有一定的一个不是吧处理方。人家院会，你这互踢啤酒嘛？院是告诉你说要提一个具体方案，你说院这个会具体的处理，我老天爷，到底什么时候处理？我们没有踢啤酒，我们把案已经送考试院审议，审议之前我不能对外说明。那你自己看嘛，详细的内容。你自己看，你们两个在这边干什么？这真的非常扯哈！考试院对这事情，考试院秘书长说啊，派谁玩对接拢不清楚。好，然后呢？他指示你十月二十四号说你要报部，你要部报具体的方案上来嘛？那你现在说啊，今嘛吼，到底任官的代志免他处理，你不要他处理，拜托，你是一个院，好，那你是考选部哎，那你对这些已经任官的人，你到底要怎么处理嘛？我们都有提建议案啦，那院会适当的审查。那下一个问题嘛，我已经问你很多次了，针对这些不应该任官。邱委员，不好意思，你要延长时间吗？好，那可以延长时间。延长多久？一分钟，好不好？好，我们案例，好，谢谢。我尽快了哈、嗯。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啦哈。针对这些不应该任官的人，因为你一直拖嘛，你一直拖，每天一直拖，但是他在执行公权力哦，这是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公权力。我一直跟你讲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将来这些行政处分有没有效力？我上次就问你了，研讨论的时候会有适当的处理，不是吗？你应该有个态度啊！人家叫你去拟定一个具体方案，怎么会是院在讨论啊？院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讨论，那这件事情要什么时候解决嘛？因为到时候大量的行政的这个诉讼、行政的这个争讼程序进来的时候，难道你要去处理吗？这还是我们的行政法官、法院的法官在处理耶。基本上应该是会朝向这个不涉及既往这一部分来处理的。好，我现在齁真的非常严肃的跟部长讲了齁，你三月十号的时候你抱怨了嘛，好，然后检查过了之后，每一次的院会，每一次的院会应该今嘛，下一次应该是三月二十六嘛，对不对？那至少你要去追踪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要排进去啦。我们会请验进好，那我每天都在看，全国的考生也是每天都在看，这真的影响非常重大。了解，好，谢谢主席，好，谢谢邱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陈娇华陈委员，主席，请问哈，我先请问监察院哈，许副秘书，刘副秘书长，请问监察院同意哈，就是维持一个人担任这个监事委员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对于这个，请用两句话就解释。好，因为最主要的我们只要针对核心的这个监事业务去处理就可以了，不用再到各地方。那为什么还会愿意维持一个人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其实说，我们如果说能够整个不需要是最好，但如果说就是为什么还要同意留任一个人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九十四年二月到九十七年七月，在这几年期间，哈，四次国家考试都是由点事委员长指派点事委员兼任监事嘛，也没有弊端，所以显见这个国家考试是
不一定需要由监察委员监视，而且我们知道监察委员他也不是有考试的专业，他也不熟悉这个考试，不经熟了考试的流程跟相关业务，如果是列席参加并没有实际的效用嘛。好，那我们看下一页，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因为过去二十几年来本席非常多次去监察院陈请，那我个人对监察院的表现我是颇失望，因为就是主要的理由就是我所陈请的案件我并没有获得非常这个有效的回应，所以我在看监察委员在陈请的时候，他们也表示他们的这个协助的人员不多，然后他们的这个案件太多之类的，所以我们对监察委员有非常高度的期待，那我也希望监察院做一做这个这个满意度调查，让大家对监察院的这个执行能够有比较多的满意。但是如果监察院本身对这种派任做监事委员的态度又是这么的模糊，或者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建议监察院能够明确的去拒绝这样子的派任。好，等一下那这个我们再来，我们请问部长嘛，部长就是你可不可以用两句话回答，就是为什么你们还是可以接受只由一位监察委员担任监事的工作，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对整个国家考试的制度设计应该是会比较完整，所以有点是有监视。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在陈水扁总统的这个时候，四年是没有监察委员去担任监视，那时候的国家考试也没有受到这个质疑啊。那为什么你们还是仍然坚持呢？这样子的理由是相信是没有办法接受，请你用重点再讲。刚刚那个理由我觉得是 不能够去接受。当年是当然因为没有监察委员，但是考试还是要继续办理下去。对啊，没错啊，是有办啊，有，但是你为什么坚持还是要有监察委员来参与？我想我们是监视制度跟监察委员不一定画上等号了，所以如果说有监视制度，所以你可以接受由点市长去委派点市委员来做监视吗？我们的评估是监察委员来担任监视工作应该还是会比较。为什么你要讲理由？我刚刚已经请你讲理由，你到现在重点的理由你要告诉我。常年来因为有监察，因为常年来吗？就这个理由吗？提升公信力跟、那刚刚之前有多位的委员已经提过非常多的那个各种情况，并不需要有监察委员来担任这个监视工作啊。没有错，当然我们办理考试这个，我们一定是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监察委员当然是。监察委员做了什么呢？他们去做监视的时候，如果现在只有一个人，你们会要他做什么吗？就监视的事项，在程序上，他可以去监督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工作的办理是不是适当。好，再下一页我是要提醒考试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这个监视这么简单的不需要监察委员都放不开，那我要请问考试院就是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如果有公务人员隐匿去国外旅游，或者是公务人员传递错误讯息假新闻那考试院你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立即的这个处理呢？请回答。这不应该考试员这边来，报员，这个属于这个前续部的业务了哈，所以今天没有请前续部到这边来，那我们是把这个问题带回去给前续部。对，因为这个很严重已经严重那个损伤这个公务人员的形象是。好，那最后就是说，刚刚部长这边针对这个监视这个回答，我想是不及格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么委员讲这个92年到94年的时候，那么是由典事委员 来兼任监事工作的哈。但是后来也是很多批评，他们认为这个是球员兼裁判呐、啊。那么因为监事就是监视典事委员有没有舞弊的情形嘛？结果你找典事委员好，那除了监事委员，这个监察委员再请部长你们再去再去做考量有什么替代方案。那监察院我们也是像我刚刚说的，请监察委员能够将他们自己分内的工作能够做好，否则以后这个有这个废除监察院废除考试院这样的声音出来，我想这么简单的这个分工的工作不必要再互相去牵绊。好，以上，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陈委员。我们接下来请郑天才郑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我们考试院还有监察院的官员哈、这个原住民族，我要请教那个考选部哈、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哈、第25条第一项特别规定，本法施行3年后，原住民参与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原住民族考试、公费留学考试，应取得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这个法律啊，《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是在106年6月14号公布施行，到今年的6月就要满3年，也就是符合了本法施行后，本法施行3年后就要开始实施。这个我们考选部已经做了怎么样的因应措施？相关要不要修你们的相关的法规？基本上我们修考试规则哈，那事实上我们在2年前就已经提案到考试院去做审查哈，把这一项纳入考试规则里面来订定。那当然，考试院审查的时候是针对这个足以认证和的一个公信力哈，还有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原住民的报考的应考的权益哈，请原住民委员会那边再提供相关的意见哈。那这些意见目前都已经回来，所以我们又把考试规则再一次已经在上个礼拜已经又在提报考试院会这边来做审查。好，这个所以你们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发布这个考试规则的修正？这个部分就看考试院这边的审查进度。好、哦，那如果是要交入小组审查会或前沿审查会，也应该是在2个月内应该是会有结果。哎、好，这个部分哈、要请考试院哈、秘书长哈、这边。加快脚步哈，当然需要修的就要赶快修，因为这个下一次考试是几月？原住民族学这部分我们会从明年开始试用。那因为今年我们请办考试是在6月以前，所以这个6月以前已经请办考试，所以今年不会试用，所以明年开始试用。是。那还有一段的缓冲时间呢。对。但是主语的学习不是一两天了。所以这个部分的先传先到很重要啊。是。当然我们现在特别我要跟这个考选部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原住民族行政特考哈、这个基本上有3等考试、4等考试还有5等考试，当然也可以3等考试以上的哈、但是你们很久没有列这个直接了哈、这个过去曾经有过哈、好，我们看这个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办法的第4条啊，这个是中央原民会所订定的哈。族语能力认证分为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及优级哈、这个我在前一阵子还邀请了考选部对，还有原民会来召开这个协调会因为原民会跟这个考选部的意见不太一致，对，这个但是本席哈、就认为基于原住民族族语的传承学习跟传承最主要是学习嘛这个学习，然后跟这个原住民要担任公务人员的权益的保障怎么样去兼顾去兼顾，这很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到底是要初级还是中级、中高级，
啊，本席当初有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议，就是说啊，实施的初期啊，实施的初期的具体的建议就是五等考试跟四等考试啊，能够以初级以上的主语能力证明，然后三等考试啊，能够以中级以上的主语能力证明，作为这次的考试规则的一个修正啊，请问这个部长目前的修的方向是？那因为基于哈，这近几年事实上原住民的特考哈，那报名人数都是逐年在下降了哈，所以我们基于这个一开始不要影响到原住民的报考哈，所以我们是希望先从初级开始，那未来再慢慢做调整哈。那当然原民会那边是希望从中级哈这边来开始，那我们都会两岸并存，包括委员这个意见，我们会一并请考试院这边审查的时候来考量。所以你们目前你们是用两岸并存？我们对，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主张是用初级，哎，那原民会开审查会的时候，原民会也会有代表来出席。哎，这个你是把这个难题哈，交给考试委员，这是不对的啊。考选部刚才你也讲了，这个公务人员原住民哈，原住民的公务人员的一个啊禁用任用啊，当然就是透过这个考试。那我们族语的学习，啊，当然《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已经明定了。事实上啊，《原住民族基本法》也有规定了，啊，只不过大家过去一直，啊，你们不信任，这个要信任，要信任原住民族委员会所举办的族语考试、族语认证，这个是法律所明定，法规所的有法规的依据，而且是我们原住民族自己本身，不是原民会办哦，是原住民族各族自己来，好，检测测验自己的族人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个部分你要去，第一个你要相信原民会所办的族语认证的啊制度，第二个不要双这个我那个秘书长考试院秘书长啊，这个他们现在是两岸并存啊，回去你一定要跟各考试委员就采纳这个考选部的啊具体的建议。事实上啊，这个主语的考试哈，已经有多年了，没有错，但是初期我们还是这个用你可以定一个条款，三年后或是六年以后再做检讨，好，可以吗？秘书长，要麦克风。对，政委的意见啊，我会带回去跟我们的考试委员来报告。是，好，那个秘书长，这个部分你要强力的说明，这是第一个。我们部还是会主张用初级。啊，第二个，赶快发布，然后要赶快宣导。考试主语的学习不是那么快 是啊，好不好？好，谢谢，好好宣导。好，我们谢谢郑天才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不在，我们请杨琼英委员。杨琼英委员，怎么有什么样的状况？啊，杨琼英委员不在，我们请林维洲委员不在，我们请陈明文委员不在，我们请邱志伟委员不在，我们请廖婉如委员不在，我们请庄敬诚委员不在，我们请高嘉瑜委员不在，我们请蔡逸瑜委员。好，谢谢主席。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许部长？因为这个，对不起，我打个岔啊。参事拜托与会的官员务必尊重本会的开会秩序啊，谢谢。好，那
因为现在考试院现在还有人在这里吗？考试院啊哈，不要紧啦哈。啊，我现在先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在上一届我就有提案，就是要废除这一个监视法。那当然，基于权力分立的一个基本架构，那考试院所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考试，哦，这中间考试这个考试也比较涉及到行政院的工作啦。不过，哦，就是我们是五权嘛，那由监察委员来担任监事，哦，这个监事委员。那这一件事情以监察权的架构来说，本质上是蛮奇怪的，因为我们认定监察权它是属于一个事后审查，是，哦，所以不管是纠正啊、审计啊、弹劾都是在事后，然后考试的这个过程中，那监察委员跑试现场监视，那到底是在监视什么？鲍委员，那么。监察委员那么担任监事委员，啊，那么他的监事工作基本上他其实除了各考区的监事工作，都重点还是在考选部这个地方，哦，那么他现在就监事把这些比如说民风册的封固，那么试题的拆封，以及考试成绩的审查，以及榜试的名单的审查，这个参事哈，是不是让他你就坐前面那边可以了？是是。哎呀，那你这样站着，我们坐着怪怪的。是。好，就坐在前面。对啊，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刚讲的那些工作，就是考试会遇到的行政工作啊。是。那，啊，行政工作这种事情，我们只要行政院还是其他部会派出相对应的人等，还是一样可以去分担这样的行政工作嘛？哦啊，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事实上柯庆仪嘛，伫94年啦，高等信义一巡，伊嘛有特地提出要废除监视法的这类主张。好，哦，那可是当时候因为立法院大概在当时是就是没有被同意啦，哦，所以这案是被搁置的。好，哦，啊，所以这个考试院现在怎么会着实经费啊，贵肯定的公安监视法无意义啊，都废掉，也不用监委这么辛苦啊，要跑到考场去那边做监视的工作。啊，这件代志考试院为什么变了啦？其实我们始终认为国家考试监视制度是很有必要的，哦，那么92年到94年这段时间，因为没有监察委员，所以他是由点事委员来监这个监视工作。但是我刚刚也跟委员会报告过了，哦，那么其实由点事委员来担任监视工作是球员兼裁判啦，那么因为你监视委员，你就是要监视点事委员有没有舞弊，有没有违法的情形嘛。结果你现在点事委员自己在监督这个点事委员，我们觉得是当时，哦，所以当时是因为监察院、没有监察委员嘛。当时是因为时空环境是没有监察委员的时空环境，对对对对，所以你们才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好，对了，我们赞成，当然考试的喜爱五郎去做干动了哈，所以这个件事是一样，因为考试每个考生都一样嘛，进入考场就希望说公平是一个考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不能有作弊。这个作弊不管是个人的行为或者是这个制度的问题，哦，所以公平是很重要的。那但是呢，我还是认为说，你把这样的一个监督考试的这个改是由监察委员来责，这个卡的宪政体制上还是怪怪的，他还是可以由所谓行政的一个所谓长官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派任嘛，哈，每条一挺公，这个台子一定要监察委员来责啊。是，鲍委员是这样说哈，那么当然你找别的行政官或者是其他检察官来担任监视工作也可以，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点事人大半都是学者嘛，学者专家比较多，那么学者专家基本上，我们觉得哈。那么他如果由监察委员来担任，那么他对于，但因为他有这个有弹劾纠正权嘛，所以他对于这些这个行政人员或者是学者专家，他比较有一种震慑的作用。
所以由监察委呢担任国家考试的监视工作，我们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对，那是那是你们现在想象上，你们把所谓因为监委有弹劾权，所以对公务员有某些程度的压力。是是。但是说，如果真的压力要发挥到极致，那就要叫检察官。是。行政权的检察官来当监视委员，是更有power啊。是。所以国家考试这几十年来累积的公信力，其实当然了，公信力是很大的，但公信力是靠大家一起，考试院也 是累积了很多公平的考试啊，对，这也都是功不可没。是，那我们是回到制度面的一个本质啊。是，你若讲，对，那个监，这个监视就是要有相对应的权威，我觉得检察官就很有权威啊。是，这个还是有其他的考量。我是觉得说，某一点讲。一个制度现在生做这样，你就永远要照这个制度去走啦。是，对啊。好，那拍摄我刚点名了部长，然后没有问部长哈。那我再回到我现在问第二题，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一个关系啦哈。事实上，我们考选部这边又延期了，又有六项国考又延期了。好，那如果以部长这样你来看的话，疫情如果没有舒缓的情况之下，势必有更多的国考会延期吧？坦白，报告委员哈，我们希望后续的考试哈，这个尤其是六月份之后的都能够如期来进行了哈。因为如果要再延期，坦白说，今年我们后续还有很多项的考试，也很难去再做进一步安排。对，这就是我现在我有列举了哈，现在咱的国家考试太差，好，因为之前也在演，然后现在也还看不到这个武汉肺炎的终点。所以现在是我们现在很担心的。那国家整个考试塞车的，你看现在五月份还有四种考试，包括公务人员、军官转任公务员、导游跟领队，六跟七跟八各有十种、十一种、十七种，尤其八月就有十七种的国家考试，这中间还有包括司法官跟律师，这个大概考试人员很多的。那你们现在这样盘整起来，这样的话。部长认为说，未来这几个月有办法应付这种塞车的情况吗？如果照昨天我们陈副总统的看法，如果说两个月后这个疫情能够舒缓，那我想我们应该是在六月份之后的考试应该做好适当的防疫措施，应该还是可以进行。那当然五月份的部分我们就还是要再密切观察，五月就是还是有风险，所以五月还有四种国家考试，那我们当然到了期待到六月，这个疫情如果结束就顺利课嘛，是，那有没有可能今年没有国家考试，或是全部塞在年底了？基本上我们不希望有这种，不希望是，哎，是，对啦，当然大家都不希望，因为有能力的需求，对，这个大家都不希望。考生尤其考生是最不希望的，是，因为他们本来都决定对起刚刚上战场被输赢，是，各个打工哦阿伯嘞，哦，这靠别开来讲，哦，这个对考生来说是很大的折磨，而且会影响到他们，搞不好他们的生涯规划都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六月份也有应届医师的考试，所以对于防疫工作也是有相当的注意，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如期来举行。希望可以如期啦齁。那对啊，我们当然还是站着，可是我是建议部长这边可能该做起来看看怕省了齁。如果疫情再扩散的话，最坏的情况会怎样齁。那最后我再要跟部长这边说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之前已经跟你有聊过啦，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历次的高补考，我整理了107、108、109年，可以看出来大概现在整个公务体系最缺乏的就是土木工程的一个公务员，就是这类国家的这个土木工程技师，那他主要是来自于说本身他需要相当程度的专业之外，这个土木工程技师他的公务员的职务的过程中，风险性相对高，工作量也相对大，所以留不住人。那这个留不住人的话，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来增加这一块的人才吗？留人这一部分呢，留宅部分当然是用人机关在负责了哈。那我所了解，人总处那边是已经有增加一些津贴哈，来解决这个问题哈。那也许额度上，我记不是很清楚，也许好像是增加1000多块还是什么？哎，对，那我最后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啦哈，就最后一页啦哈，就是说
如果未来啦，哈，真的就这个土木工程技师，如果一直是缺人，有没有可能从外国人士去揽才？目前这部分呢，其实进入公职的管道，一个是就是考高补考哈，或地方特考哈，那土木工程类科。那事实上，我们另外土木工程相关的专技人员，还有这个土木工程技师哈。嗯，对。那土木工程技师当然因为待遇条件都比较好，所以他们也比较不想再进入公部门了。那当然，目前我们也有所谓的公职建筑师哈。那如果说可以规划类似土木公职的土木工程师，这个土木工程技师，也许就可以聘由技师进入公部门来担任哈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工作哈。那当然这一部分也许相关的待遇也必须要去做考量哈。没关系，就是说多层次去考量啦。对。那我现在提出一个，因为如果再不涉及到我们国家机密的话，是让土木工程的这一种人才哈，他可能是比较开放性的，是，而且他也可以更国际性。所以你们如果在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考量说用约雇的方式，然后也可以聘一些还不错的虽然他是外籍，但是他有工程专业，然后可以进来我们的公务体系。鲍委，这部分可能要由用人机关前期或人总出来做规划。那我们考检部部分已经规划好一个方案，就是建立教考信用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希望在疫情过后就马上可以来召开这个平台的会议，来逐步解决土木工程用人不足的问题。好 ，OK， 谢谢。好，谢谢蔡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我们请蔡世应委员，正好赶上。可以吗？从哪一边弄？主席，不好意思，我请他把档案打开来。好，谢谢主席。我们先请那个考试院秘书长哈，来。好，今天请假，所以请组长。啊，真的吗？组长可以决定吗？来，我先确认一下哈，这个宪法的规定里面哈，这个监察院的权利里面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没有所谓的监视这个权利吧？我想监察院的代表，没错吧？没错吧？哈，没错。那为什么会有监视法？这个监视法本身就违宪了嘛？啊，那是考试院主管的一个。我了解，但是考试院定这个法的时候。就你们的观点来看，这就是违宪的一件事情了嘛？宪法没有赋予他权利，然后定一个法叫你们做这个事情，那我也可以规定监视法里面规定，所有的监察委员每天早上要跑步100公尺，那就已经超出了合理性了。对啊，没错吧？对不对？好，谢哈。我讲，首先确认一下，那我首先要请教考试院哈，监视法定这个法的时候是你们主管定的嘛？没错，是哈。那你们定这个法的时候，你们有？汇知过监察院吗？还是时间太久你也搞不清楚？这我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嘛？因为其实是蛮久的，民国19年定的嘛，对不对？19年那时候中华民国还在训政时期吧？是不是？所以基本上这个法也没有通过立法院的制定，应该都没有嘛。所以这个法19年怎么定出来？大家觉得蛮奇怪的。那后来又修正一次，是民国39年嘛，对不对？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好，来再看第二页哈。我想这个是考试院自己的哈，前后两个版本呐哈。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哈，这是你们考试院自己说的。他说，国家考试如果没有监察员监视啊，也不影响考试的公平及公正性。这你们自己写的，你同意这句话吗？考试院，这个基本上有监视委员对国家考试来了，我只问你说，这一段文章是你们写的吗？你们同不同意啊？我们考试当然是公平公正在办考试嘛，是啊，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有外部监督，有监视委员监视，这个考试会更具有公信力。那要不要监视院直接进驻考试院？要不要？这样更好我觉得考试监察委员如果直接进驻考试院，把整个考试委员都由监察委员来监督，更有外部监督，你觉得嘞？
那把考试院并入监察院下面，因为你的逻辑就是这样子。我只确认一下，我问的这个内容是你们以前写的哈，就说你们自己写的内容，国家考试没有监察员监视，不影响考试之公平性跟公正性，这句话你还同意吗？同意。同意嘛哈，这是你们同意的。好，那现在你们又写了一句话说，这个考试一定要有监察委员的监视才可以进行，你也同意吗？这是监视法跟点视法的规定。我知道，我说，但是你们现在的立场，这是你们新版本写过来的，你也同意这个角度？我同意。那你两个角度不是矛盾吗？一个说考试不需要监察委员来监视，不会影响它的公平性；一个又说考试一定要有监察委员来才会有它的公平性。可是我想问你，你的立场到底是有还是不要？因为你们自己，这是你们自己考试院的立场啊。不管有没有监视委员，我们考试都要是公平。好，谢谢你。所以我想，但是考试院的有监视委员才有公信力，更有公信力。所以没有监视委员就没有公信力，你的意思就是这边更有公信力？什么叫更有嘛？就一个法律上规定有就没有啊？我只想请教你，就是你的立场就是说，就考试院立场说没有监视委员来做考，没有监察委员来做监视，这个考试公信力就不足。你们认为公信力不足，所以需要在每一场考试的时候都要求监察委员来监视，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我不能完全的。我们的那你的认同是什么？有监视委员来监视，对国家考试的公信力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什么？就是公信力 啊。所以我就说，那现在有没有公信力嘛？我觉得，因为这你认为现在的公信力不足，所以认为监视法有存在的必要，还是认为现在的公信力已经很够了？不，我觉得现在国家考试已经有相当的公信力，有相当的公信力了嘛？那这个是因为，除了我们考检部考试院以前努力外，最主要我们还有监视委员。好，那我想请教你哦，我们历史上是不是有一段时间监察委员没有产生嘛？是。有没有办理国家考试啊？有。那几年的国家考试有没有公信力？那个有没有公信力？你告诉我。我刚才已经在委员会报告过了哈，那么那几年的监视是由点视委员来监视，我了解嘛？那你们觉得，就你们现在来内部来看那段时间的考试，有没有影响到它的公平性或公正性？就是会有质疑说，会有质疑吗？会质疑是谁在质疑？请你告诉我，质疑说这个球员兼裁判的来了，我先确认一下嘛，是谁质疑？所以你们自己内部质疑说那几年的考试是有问题的。那你要不要把那几年考试的所有公务员考试的名单全部拉出来，全部重考一次？那个是那几年讨论，就是说，因为监视委员他的工作，我老想问你嘛，点视工作，那宪法中没有规定，你们为什么自己创造一个监视这个东西出来啊？监视这两个名词在宪法中没有规定这个东西吗？没有嘛，对不对？至少就监察委员的职权，宪法里面规定他没有叫监视，那你为什么不叫立法委员来监视啊？为什么不叫行政院派人去监视呢？也都是第三者啊，或者请法院派人去也可以啊。你为什么不这样主张？你为什么要主张监察委员派人去做监视？只因为他也是监开头的吗？这不对吧？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了吧？就法律上这个监视法现在正在执行。但是它的最基础的母法的法源，我们就来自于宪法的授权嘛。宪法并没有授权考试院所谓可以定监视法的权利，所以你们在民国94年的时候就自己也提案要废除。你们的废除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所有的考试公平、公正、公开，随着科技的进步之后，其实没有监视法来执行，没有这样来执行，不损及它的公平性，这是你们之前写的内容。也因此，我们事实上有立委，包括我在内，我们就提出了废止监视法这件事情。立法院的预算中心写的报告也非常清楚，他也认为监视法应该要能够废除。好，你们要求执行的单位叫监察院，监察院的代表都说法律没有赋予我这个东西，结果你硬要他做，薪水你要付吗？薪水你要付吗？因为法律没有授权给他，他怎么可以派人去做这个事情呢？没错吧，对不对？那他凭什么领这个薪水？法律没有赋予，那除非你是私人去做志工，否则你就不能去领那笔薪水。考试院要不要编这个薪水给他？还是说你认为第三个所谓的外部单位的监督很重要？那以后考试院并入监察院，那更好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考试
都在监察院的监管之下。那如果今天您代表考试院来，你可以认同我的想法的话，那请你最后就告诉大家说，那我们认为把考试院并入监察院，我们认为更符合外部监察的原则，因为我觉得这更好。因为所有的考试如果都希望它能够公平公正，外部监察的公正性很重要的话，那考试院就不应该独立，它应该并入监察院下面。为什么？因为你刚才讲的一个东西，你们认为考试院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外部监督，所以你很担心它。那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我认为考试院要并入监察院下面去啊，由监察院来监督所有的考试，好，这不是更好？好，以上是我的咨询，谢谢。好，谢谢蔡委员。我们接下来先处理临时提案，我们现在宣读临时提案。临时提案三案，第一案会议，请考试监察两院于一个月内召开联席会议，并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供本院修法之参考。提案人委员刘世芳等。第二案，略议，为求两院尽早形成共识，建请考试院及监察院应强化跨院际沟通协调，尽早形成共识，并于一个月内向本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提案人委员李桂明等。第三案略议，确保考生权益并化解民众之疑虑，及避免形成防疫缺口。就此，请考选部于一个月内向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委员李桂明等。好，我们第一案的部分，两院没有意见吧？监察院有意见吗？哦，可以，我们请刘委员。谢谢主席。第一案的部分我想说明一下哈，在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我们立法院里面有相当多的委员主张监视法其实就是要废掉，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必须要站在尊重每个院际之间的一个和谐，所以这个考试院跟监察院为了监视法今天来这边报告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好像两个院之间没有人敢做决定，好，不管你们的层级高不高，或者是说考试院或者是监察院的秘书长就算有在这个地方接受立法院的质询也是一样，没有人敢做决定。那在立法院跟监察院在那考试院跟监察院几乎都是委员制，所以我希望说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内呢，就是监察院跟考试院召开联席会议，就监视法到底要不要存废提出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提供给我们立法参考，这是我提这个临时提案的初衷。好，谢谢。那个我们请监察院副秘书长。谢谢刘委员对这个关心哈。那如果召开联席会，我们就是说在一个附带决议就要求，可能意思就是说由考试委员跟监察委员一起开联席会议，这恐怕是在制度上是有困难呐。那我是建议说这边两案哈，其实是意思就差不多，能不能合并起来处理第一案跟第二案？就是说我们是请考试院于一个月内邀集监察院召开协调会议，凝聚共识，啊，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供本院立法政策之参考，看能不能这样修。好，那这协调会议到底是我们是以两边到时候是要高层级到了委员来参加，还是我们就秘书长或副秘书长一起来协调？因为我相信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条文的设计的部分，我们确实很期待有机会能参与。所以说，如果说事先能够有这个协调会议的话，我们是非常的期待。是不是可以这样修？谢谢刘委员，您的看法怎么样？他是说两岸的，就是没有，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好，应该这样讲。两件事情啦，哈，一个从程序方面啊，程序方面；第二个，我们再讨论到实质。那如果我们先谈程序方面，我说明一下那个第二案啊，第二案跟第一案的其实可不可以并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不可以啦，哈，也可以并在一起。但是它有一点的差异性在哪里？就是说里面含了一个今天其实委员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可是我看到不管是考试院也好，监察院也好，都没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监视啊，你到底是监督考试制度，还是监督那个各个考场里面的考试现状？今天委员在提问的时候呢，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听到两院对于委员提问的回答啊。那其实刘委员讲了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监视法，检视法呢？监视法呢？该废还是该修？我们其实听到委员之间不同的意见，我们也听到考选部的很含糊，但是我猜考选部很含糊的意见指的是说，考选部建议修，而不是废啊。那考选部也提出来了，说要配套措施，这些在你的今天的报告给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回应本院委员的意见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没有看到，都没有看到。所以为什么刘委员提出来的这个东西，我其实个人也觉得很有道理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你们在提的时候就往上推，就说哦，这个是要到院际的会议里面，所以呢部里面没有办法决定，所以才会提出来说，那你们两院之间，因为本院其实五权分立嘛，我们尊重两院，可是两院不能够部会报告的时候又把这个东西往上推，所以才会有提出来说，你们两院之间的联席会议究竟要怎么样开，本院不宜自酌，但是你们两院开了联席会议，应该要针对委员到今天为止所提出来的问题，要正面的去回应他，而不是去闪躲，因为你闪躲到最终呢，他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第一个程序的方面，如果你可以把本院委员的所要求的内容也纳入你的联席会议讨论，在你的联席会议的内容里面有很明确的东西出来的话，我想两岸合并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可以，那我觉得就是两岸就会要分开来看你能够做到哪一岸的内容，好不好？这个是我的说明。来，那还是要回应一下，就是说你们是可以，考试院也要回应一下，就是等一下，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监察院的部分，第一个，您刚刚已经前面说到两岸并存了嘛，哈，我们对两岸并存，其实程序上面来讲，只要你把委员要求的问题并入你的联席会议里面讨论的议程，也很明确的回答的话，两岸的确是可以并存的，可以还是不行？从监察院的角度，好，我。第一个，我还是建议说，很简单的回答，不是联席会议，而是协调会议。先不讲协调会议还联席会议，我现在问的内容，您可以把委员的问题纳入你的联席会议的议程里面，可以还是不行？因为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程序问题，要不要并？在主政者是考试院，好，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把它纳进去，我们一定会充分讨论。好，那所以监察院的部分呢是认同，我们听一下考试院可以还是不行？报委，那这个部分呢、啊，联席会的部分，我们是先不管他会议的格式，就是委员的问的问题可以纳入议程里面讨论，将来不会有踢皮球的情形发生，可以还是可以？可以，那很好。那如果可以的话，从程序面上面来讲，两岸就可以并。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就会议的部分，我们就进到实质的部分。您刚提到就是说联席会议有困难度，然后也做了一个说明。考试院的部分也认为有困难度吗？我们还是跟这个您认为有困难度还是没有？待会我们会讨论。是不是您认为联席会议有困难度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联席会议比较有困难度。有困难度，好。所以刘委员，他们两边都认为联席会有困难度，我们听听刘委员的意见。我觉得不要，对啊，不要局限在这种形式。对，如果你认为联席这两个字让你们造成困扰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联席改成是联席协调了。协调会议，第一个是你先听我，你先听我讲完哈。协调会议也没有关系。第一个，我不认为应该由考试院或监察院自己的秘书单位就来决定。我们今天坦白讲，你们今天的报告，我想很多考试委员或者很多监察委员可能知也不知了，我不认为他们都知道。好，那所以我会认为说，所谓的联席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两院要一起召开这样子的沟通会议，不管名字是什么，如果你们认为不要抵触到宪法上面的这个院际协调的话，你们用什么名字我没有意见，但是这个监视法本身一定要问过现在在职的监察委员跟现在在职的考试委员到底废还是不废，不废的话要修是怎么修，要讲清楚说明白，才不会像现在我们白白浪费一个早上的时间就听你们两个在
踢皮球，是坦白一点，我们问的都是实质的问题，连程序都问了，结果你们这闪来闪去，我坦白讲，我们这么认真在听，也听不出结果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到最后，每个人觉得，既然要改革，那就废掉就算了。这是立法院的很多委员的意见，我当然不能说全部。那如果你们还是继续这样踢皮球，我觉得只是让考试院跟监察院你自己功能一直弱化下去。所以我才会提出这样的方式。当然，我们有些委员觉得说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坚持一下，还是希望你召开了会议里面一定要问过考试，不管你是书面问还是口头问，考试委员跟监察委员，你们共同的意见是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来这边被询呐，所以比较你们。这个有行政职的人需要过来备询的时候，你们是代替他们来发言，而不是你们自己本身的发言呐、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对会议的那个名字我不坚持，但是我希望考委跟监委都要能够表示意见。是，好，那刘委员，那个我讲他们的困难度啊，他们的困难度是在讲说他们没有办法让两边的委员同时快，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私下，然后每不是私下，就是说他可以去询问，因为这个。六条条文而已嘛，每位监委跟每位考委都是当了蛮久的时间，他们也知道监视法到底在我们国家的考试体制或者监察体制里面到底功能在不在，请他们提供这样子的口头或书面的意见，然后变成他们要开两边，因为毕竟考试院跟监察院的秘书长也是要互相开会或者互相沟通协调，这个意见要放到里面。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先考试院先来，我们接下来监察院好吗？跟委员报告啊，这个委员不用担心。今天委员的这个临时提案，我们一定提到考试院院会去，让所有委员讨论。那讨论会一定会，他们会一个就是前院审查，也会一个结论。那么结论会派，也许我们是比较建议派代表跟监察院来协调。哦，所以要一点点时间了，一个月看可不可以让我们延长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样子。好、哦，那但是我们一定会提到考试院院会来讨论。吗？刘委员，我接受他们说他们一定会提给考试委员了解，然后我也刚讲了联席会议或者联席协调会的名称我不坚持，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两个月？这件事情有这么困难吗？好，委员，刘委员，我这样建议了哈，因为这个议题我们从那个，其实它已经很久了，真的很久了。如果它真的可以两个月之内啊，有一个结果出来，我觉得就已经很感激了，因为不要浪费我们太多的资源。我在这边再问一次。那个组长，如果我们本院的委员，本会的委员真的答应你两个月，那你两个月出来的答案会不会很具体，还是会像你们今天的报告只有一页两页这样子？我跟委员，因为如果像今天的报告的话，其实我觉得更不需要一个月啊，我觉得大概一周你就应该出来，因为反正你就是那个这个部分，我一定会把委员的意见带回去给。不是带回去而已，今天我们会有本会的一个临时提案的决议出来。是，你可以做到刚才刘委员要求的部分，还是不行？我们应该会做到委员要求的。哦，那很好，谢谢。那监察院的部分，补充说明一下，事实上我们今天来做的报告，我们的立场各方面都已经提，我们前提委员谈话会，甚至提到院会通过，所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再来就是，确实一个月为什么它会有困难？因为我们既然如果还要再到委员会去讨论的话，或者说院会讨论的话，那么确实有时间上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如果说两个月确实是有这需要。我谢谢那个监察，好，那个监察院下次开那个全院联席会议是什么时候？通常在月初。月初嘛，对，月初，所以四月初会再开一次，对不对？现在三月底嘛。但是我们必须先把他们的条文，我们先协调完之后，那委员的意见如何？不是，我现在跟你讲的部分，第一个，你说你们今天要来开会，你们非常认真负责，已经把所有的内容都已经经过我们监察委员同意嘛，对不对？所以事实上，监察院就监视法本身的这个立场，监察院大概共识很强，没有太大意见，对不对？我是。他现在因为有新的那个监视法的修正草案，那个草案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整的去看过，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仔细来研究。所以四月初的院会你们出不了。对。好，那所以一定要五月，对不对？
那五月的话就变成说是真的是变了两个月，那我就是尊重，如果他确实是因为要送到监院的全院联席会议的话，这个我就尊重，要到院会里面做决定，那这样子我就配合，但是还是一样，无论怎么样，监察院跟考试院中间还是必须有这个沟通会议才行，好吗？是是，我比较注重这个程序正义上，大家要能够清楚比较好了。我们是站在立法院的立场，尊重两院呐，哎，好吗？好，那我们监察院没有问题，考试院是不是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两个月可以哈。好，那我们就把那个我们临时提案的第一案跟第二案呢并案处理。这个就是在两个月之内啊，在两个月之内召开联席协商会议，好吧？然后把这个监视法啊，除了监视法之外呢，还有就是临时提案第二案里面的，对于到底我们监察院是监督考试制度还是各个考场的监督啊，那这个部分呢一定也要纳入这个议案里面，然后在您的书面报告里面呢也要提出来，可以吗？是好，可以。好，那谢谢。那我们临时提案一跟二并案通过，修正通过哈。然后接下来对于临时提案三，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有困难吗？考选部。这个部分我们提出书面报告没有问题。可以哈，好，那我们临时提案三也就是照案通过。好，现在是12点，我们处理到。我们今天的询答到所有里面确认一下，因为您提二的部分是提到专案报告了哈，所以是专案还是书面报告，这个能不能确认一下？好，零一跟零二的合并之后，合并之后那个那个委员都期待是书面报告，是专案报告，你们有压力噻？我们是说专案了哈，但是如果对，但是怎么样？我是说，专案报告都是专委要排，叫专委要排案呐、啊，不然他怎么专案报告？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像提案委员呐、啊，不管是蔡委员也好，是那个蔡委员也好，那个你们都很关心嘛，因为你们有提案，所以你要书面报告。我是主张费啊，所以基本上我也没有期待他们的报告。哦，对啊。他们报告就是要留啊，okay， 我一点都没有期待呢。好，那我们就说书面报告，好不好？让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就这个谢谢那个委员，好，我们这地方确定就是提出来的是书面报告，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临时提案的部分呢都处理完毕啊。那在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委员呢，他虽然过了这个发言的时间哈，但是他刚才有很重要，他认为他应该要发言。那我们不好意思，那个高委员，那个我因为那个时间是等于会后的，所以发言时间就简短3分钟，好不好？那这个会议的时间呢，我们会一直继续到所有的委员发言完毕，高委员发言完毕为止，好吧？谢谢。好，谢谢主席哦。因为部长，我也认为说我们的这个监视法哦是应该要废除，因为目前确实徒具形式哦。那以您刚刚讲的说，有监视委员的国考会比较有公信力，我想社会观感不是如此哦。过去发生很多考选部这个警察特考、消防特考泄题，甚至考试题目几乎完全雷同的状况，也被监察院纠正了许多次哦。那考选部的国家考试的公信力是考选部自己要去负责的问题，但是考选部显然没有这个病视感哦，那还要把这个责任去推给别人呢，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不公平。所以就目前而言呢，我相信社会也有这样子的共识啊。那我觉得考选部在这个方面是不应该要回避哦。那现在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关于律师考试的部分，因为我们上次也问过，那考选部显然也没有就这个部分有正面的回应。因为过去呢，考选部其实就律师考试的时候呢，也曾经评估，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的部长蔡中贞说呢，这个400分的门槛呢，他希望呢，如果追加之后呢，律师的录取率不要低于8%，而且他也认为说不会影响这个实质考试的人数的权益哦。但是如果看这个实行之后呢，近两年的律师考试的录取率哦，都低于8%，从7%甚至到108年降到5%。
五哦，创这个十年来的新低哦。所以确实过去部长所承诺的并没有达到，而且是越来越低。那会不会影响考生的权益呢？事实也证明，有395分的这个人呢，就因为400分的门槛被淘汰了，但他的总分却高于及格门槛的12分哦，对他是非常不公平。那也有只差101分的这个专业科目合计399分，因为400分的门槛被淘汰，而总分也是高于及格标准的17.5分哦。那再看各国律师考试的录取率哦，以德国来讲是70%，美国来讲呢78%、40%到50%都有，日本呢也逐年的提高到34%哦。所以这个400分的门槛呢，对照当初考选部所说的两个条件已经完全被打脸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考选部能够再次检讨这个400分的门槛有没有必要。因为以这四科共同科目的400分来讲，对于律师要增进其他技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哦。现在的律师是多元化，你只注重在这个四科的这个共同科目，可是却不去考量他在其他科目的这个竞争力哦。以现在全球化或是律师所要应付的各种条件来讲，是非常不具这个评选的公平性。那律师应该具备分析法律问题的能力等等的专业能力哦，所以我们希望考选部能够具体的承诺，这400分的门槛是不是应该要这个废除哦？这部分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报告说明？鲍委员哦，这一部分事实上我们都还在密切的这个这个已经听很多次了，什么时候以前会有这个评估出来？我们当然对，因为刚刚所说过去考选部承诺的两个都完全没有达到，而且被打脸。律师考试的门槛不仅低于8%，甚至到5%。那现在的这个状况，你们说要严厉废除这400分的门槛，什么时候以前可以有一个报告出来？这个门槛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再观察哈，今年的律师考试之后。那如果今年又低于8%，是不是要废除400分的门槛？那明年我们会做调整。是不是要承诺要废除？要不要放宽律师的录取率？这个 部分也不是考选不可能够单独决定，我们还是要这个召开这个相关的这个包括专业团体。过去废除门槛的时候，你们是依据什么来废除来要求这个400分的门槛？这个部分从当时这个突然的突袭增加400分的门槛已经引起很大的争议了，所以我们希望考选部就这个部分能够具体承诺，如果今年律师考试还是低于8%的时候，可以严厉来废除门槛。谢谢。等一下，好，是那个部长，我建议你这样子哈，你要不要在会后到高委员办公室，没问题，跟高委员整个对于他所需要的资讯，对他做一个完整的报告，好不好？如果高委员有时间，一定。好，这上次我们也有问过了，我们希望考选部能够正视这个考生权益的问题，会再来亲自跟高委员说明。好，谢谢。好，我们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呢，都已经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的时候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的，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以及本会。委员刘世芳、林维洲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大喊名叫记者，陈志祥那个。